是低的二，先打好 ID 并复制三，扫 QR 进去后选右边的选项四，秒贴 ID 且先不要选大头贴。最后呼吁进去请参加游戏，最多可以100人一起游玩。100人，两天没玩到加一。好，我们今天打到10点哦，打到十点我要玩全名称啊，对不对？打到10点。不是。给我感谢薄饼星球。来，我念给你听啊，大家不要不信。来。嘤嘤嘤，昨天都没玩到，哭哭馒头都快可以唱哭长城了。老皮，拜托。明天可以再玩一次万兔 Switch 吗？我这两天我已经放弃了，我的画面永远都是填名字。我这两天一直想加入，但都没加到。我还跟妹妹借了手机，两只手机登录也没登到。看大家玩那么开心，拜托让我玩到一次好吗？明天可以再开吗？你看他那么诚恳啊！我今天才要开万兔 Switch 啊、哦！我当然知道一直玩这个也不好嘛，我有犬鸣村还有戴夫要玩嘛，可是还有妹妹，他跟妹妹借手机也玩不到，我们是不是要满足一下他的心愿？是不是？满足一下他的心愿嘛？负责按下 Joy 控的按键。有个提议，要不要找皮妈一起玩？找皮妈一起玩哦。我要找什么？找皮妈一起玩。我本来想说找皮弟一起玩啊。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分两队，我就找皮弟一起。色彩大师好玩，然后老大运动可以开台运吗 ？OPCGW，HiOP， 色彩大师哦 ，HiOPCGW， 哎，感谢。结果今天没玩到，如果今天还没玩到，那我也没办法，这是你的命，你的命。大家好。皇上恩典玩到是缘，没玩到是命。对，感谢 Coolbox， 感谢。大家一起让气氛热起来。One, two, switch。那么，马上来。单看一个一二 switch 很普通，但变成69。一二 switch 是不是就变成很有味道且吸引人玩？四。好，我跟你讲，我们今天直接来，好不好？咱们直接来。你不要捏造台词。P.S. 你家皮弟是弟弟，不是妹妹。醒。音乐移好了啦，还是没玩到的第三天。看，我跟你讲，今天我们就是一组，就是玩两场小游戏。他一直哭的话，你可以摸一下他的头。然后打到十点，这样的话大家都玩得到。然后玩过的别来加了，还要哭，给别人加可以吗？要哭。OK。嗯，啊、靠，我按错了。请在智能手机的画面上选择要参加的队伍。可以。啊，大家就是今天玩过的一场的，麻烦不要再加。啊，这是皮弟吗？这是皮弟吗？请在智能手机的画面上，皮弟本人吗？选择要参加的队伍。还有，哎，右边，怎么有龟狗的脸啊？请在智能手机的那么各位右边的队伍，好，我们打到十点，所以等一下打过了，麻烦不要再加了。左边的队伍也请移动到画面。我们友善文明排队啊，有序排队，可以吧？打个两场。那么大家都确实移动到画面的左右两侧了吗？怎么那么多可可的照片啊？那么。戴夫又一直在更新了，耶！来，这个大风吹规则应该不用讲了吧？呜！使用手上的智能手机游玩前，我跟我两个妹妹借手机也排不进去。玩过的麻烦让人家玩下啦，看不要。那昨天也是啊，有人就一直排，我也没办法啊。先启动感应器吧。到时候你看我又加开，有人就说两天没台可以看了，这好无聊，没有变化。然后又有人就说我没玩到，拜托一场。来玩音乐椅吧。两难啊。
所以拜托玩够的换一下别人玩，啊，我们就打到十点，我等一下还要玩别的游戏。想要参加的玩家，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玩五十七次，没办法，五十七次啦。怎么有人不参加？想要参加的玩家，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怎么有人不参加？不参加的玩家，请为参加者打气吧。你在那边站起来吧。看，这是故意进来那边卡那位置的。感谢路过的村民，感谢。围成圈，小心不要撞到对方。围成圈之后，按下。找一天早上无限深蹲拉力赛，一定很好玩。好，蹲到你们不要。如果无法围成圈。用双手拿着智能手机，双手拿智能手机，逆时针绕圈。好了。如果他要撞上其他人，可以先在原地踏步，没关系。原地踏步啊，各位。坐下。坐下来动。不要动。坐下来就不要动。坐下来就不要动。坐下来就不要动。我想试试膝盖疼痛的感觉，都没机会。好了，坐下来就不要动。等一下一定让你有机会，好吗？坐下来就不要动。叫你不要动还动啊！坐下来就不要动。坐下来就不要动。坐下来就不要动。下面来睡动。坐下来就不要动。你各位啊，坐下来就不要动。看你身上长虫是不是？坐下来就不要动。要不要我把你拉去浴室帮你冲一冲，拿热水帮你冲一冲啊？不要动，身上的虫啊，那叫菜虫。坐下来，习得抓到，左去右回。你看那个音乐盒了没有？不要，左去右回啊。你站起来了。啊，有了。那么正式开始了，第一回合，洗菜谁用热水？这是被淘汰的人数，19人。他那个手机上面有画面了，手机上面有画面。啊，记得听不到音乐，看手机画面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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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下。OK， 那么来公布结果。好，首先是被淘汰的人。我们来看谁最烂。习得，就你最烂。王世坚都比你强。我的弹药呢？你屁股长虫，把干诺诺都比你强哎、欸。哦，沃夫，诸葛沃夫是沃夫吗？那个沃夫先生是沃夫吗？哦哟，泽泽，被淘汰的泽泽昨天也玩够了不是吗？人打气吧。坐下就是把手放下来啊，就是你就是坐下就蹲下来啊。你不知道他坐下是这样，坐下就是坐下，就是你的屁股，我是你的双腿蹲下，抓着然后蹲下，没错啊。你是坐着，你要站着啦，要先站着，然后再坐着啦。音乐的时候你要先站着。然后音乐结束再坐着，对，哎哎哎哎 ，OK， 公布结果，来，川普，王世坚被刷下来了，哇，现在连两秒都被刷下来，泽泽也没了，严清标也被刷下来了，嗯 ，OK。沃夫，哇，沃夫差0.1秒，0.01秒就下去了。
刚谁叫我肥区？成为流氓的巨星，皮椒牌香肠，皮皮不要动，不然我就。这比赛真有意思，真有意思。第三回合。第三回合。这是被淘汰的人数。哎呦，左边剩下17个。老陈第一次觉得做无影灯是这么辛苦的 OPC 锅碗累吧？我跟你讲说这游戏超累。哎、欸，哎、欸、，OK， 那么来公布结果。完了，沃夫还刚才打字，看来应该是要下去了，是不是？沃夫刚才打字，你这个如果打字还能晋级，我只能说你真的神。我就说吧，你看。还敢打字啊？哦，剩下六个人哦，不是，剩下七个，六个人了、啊。还没分出胜负的哟。皮桥牌香肠很厉害。最终回合，来加油！这是被淘汰的人数，五个人。音乐开始。你在那边打一些变态的东西，好不好？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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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去。OK， 来公布最终结果。哇，这个很难哎、欸。哇哇哇，两金看齐，最后谁赢？哦，皮桥牌香肠。最后的是左边的队伍。哇，厉害厉害厉害！陀螺仪在搞。为胜出的队伍拍手。谢谢。再来玩啦。卖完了，香肠卖完了，抱歉，没了，没得买了。好，我们再打一局，我看一下，打个什么？工商。打这个好了啦。还想爽啊，习德。跟外星人通讯。那么各位，起立吧。要参加的人，请用智能手机报名。还想耍西德？加油啦！搞我！玩了三天的 UFO， 舒服吗？那么，用智能手机报名吧。智能手机报名吧。好爽哦！原来看别人在那边一直蹲，用智能是这么爽的事情。参加的人，请好好看到最后吧。为什么有乐器？配合节奏，传递祈祷吧。跟上我的动作。习德，行不行？哒哒哒哒哒。习德，就你还没有哦，我注意到了，你还没有哦，会不会按着那两个圈圈往上、上下、上下，有没有？习德，就你，习德，把愿望传递出去。有了吗？有了吗？习德怎么没出现啊？没看到习德啊？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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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握住智能手机，并用拇指按住固定。终于玩到！把愿望传递出去。就这样继续祈祷。好，来了来了来了！我今天生日，严清标，这是什么啦？这什么啦？龟狗，干龟！哦，两边都蛮强的哦。哦，这把很有料哎、欸！哦，
右边队伍很强哦，很顺哎，会不会一分钟之内直接结束啊？有没有机会一分钟直接召唤成功？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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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一波拼一波！哎哎哎哎，没力没力！哇，右边反而落后了，小熊维尼。不能停，动作不能停，动作不可以停。哦，右边很强哦。哦，来了来了来了。左右左右左右。左边要回宇宙了。哦，来了来了来了。他们左边还在拜。右边已经进化了，通讯成功。哎，很强哎，这次右边队伍很强哎，多久啊？89秒哎，新纪录。我看有料有料有料，哇，59%哎，哇，右边好强哦，你看右边全部占据了前11名哎，哇，习得分数也蛮高的。占据前11名了，他们是掌握到诀窍，是不是？还是已经跟幽浮合二为一了？我们的17%，好了，色彩猎人加码一场，加码一场，加码一场，好了，三场，啊，色彩猎人是不是？可是我不想要给他们玩色彩猎人、欸，我想要让他们玩类的游戏。我让他们玩累一点的游戏吧。习德在玩，怎么可以让他们玩色彩猎人？肯定是要玩一个老皮安安。一二三木头人哦，好啊好啊，木头人，木头人也很累，木头人也是累的。木林晚上好，这个也是累的。一二三木头人，晚上好。这就是你要先拿着站起来，然后呢，你要移动的时候就要上下上下上下，然后等到他转身的时候呢，他上面那个手机会写说不准动，然后那时候你就要马上停下来，然后他手机会有一个类似像那个波状图、心跳图那种心电图，那你就不能让那个心电图的那个比值超过两个边边，只要上跟下超过的话就会输掉。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参加的玩家看建议看手机打气吧、那么请大家站起来，站起来，双手拿着智能手机，要原地踏步。踏步我建议原地踏步比较好，因为你原地踏步的话呢，你的动作会比较动，也比较会动。木头人三比较好玩哦，可是我们要这样的话，我要解锁木头人三，要玩最长的模式吧。木头人三是怎样？60分才有，啊，打60分，那这样子我们今天晚上还可以选名称吗？左边的队伍需要这个人数，这个人数。左边的队伍需要这个人数，那个人数。只有一条命哦，那很难欸。那么开始吧，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到，有人到了，啊，有人到了，啊，有人到了。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动了，有人动了。欸、很强哎、欸，都没动哎、欸。有人动了啊！有人动了啊！有人动了啊！有人动了。咦、欸，该不会有人在出老千吧？一，还想出老千？三木头人。哦，有人啊！有人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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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动了！有人动了！有人动了。哦，泽泽很强哦，泽泽。有人动了！有人动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欸、很强哎、欸。他没输过哎、欸！啊，有人动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动，有人动，啊，有人动了！有人动了！啊，有人动了！有人动了！一二三，木头，好多！啊，有人动了！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动了！啊，有人动，啊，有人动了，啊，有人动了，啊，有人动了！
有人动了。哦，有人动了。严清标就是说你。一、二，怎么动人？哦，有人动了。阿西德嘞？一、二、三，木头人。西德过了是不是？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动了。沃夫，沃夫一直回起点呢。啊！有人动了！有人动了！一、二、三，木头人！哦，有人动了！一、二，哇，好多人动！木头人，骑得下去吧？不好意思，我差不多要回去了，最后再玩三次吧。一、骑得要过了！哦，有人动了！啊，有人动了！啊，有人动了！啊，有人动了！好可怜哦！有人动了！啊，有人动了！竞品！哦，有人动了！这个够靠腰的，超快！哇哦！恭喜，是你们胜出了呢！恭喜！哎，我觉得下一次如果要玩的话，就是我找实况组来玩，然后呢，不给观众加入的话，玩60分钟应该可以，就分两队嘛，啊，实况组就要想办法赢了，这样感觉也是蛮不错的。体罚实况子，体罚实况子，不用100个人啊，不用100个人，找十几个就可以了、啊，分两队应该够吧。好，那我们换下一组人啊，换下一组人，可以不要搞了吗？可以，我换下一组，换下一组。过年来红白是不是？好，赶快哦，还没玩到，赶快。可是我要趁那个过年前，赶快多解锁一些模式吧。找 BB 让他运动 ，BB 啊都不运动。首先，请用画面上的 QR code BB 都不运动进入大家的专用房间。我自己要下去玩啊，什么东西？我自己要玩哦。讲到好像我不用玩一样，我自己要参加啊，所以我如果搞自己也会爆掉啊。已经进入房间的玩家。请输入自己的头像照片。补助伤残费用。要用周玉扣八人是不是？对啊，我觉得要用周玉扣，我有八只周玉扣吧。哎、欸，三一二三四，我只有四只周玉扣哎、欸。告诉他们怎么报名吧。报名完毕之后就开始游戏。哎、欸，先讲、啊、玩过的麻烦让人家玩啊，不要玩过的不要一直急啊。玩过的。不要那么贪心，好吗？报名完毕之后就开始游戏吧。开始游戏吧。负责按下 Joy 控的按键。哦，还有人看我的角色是怎样啦？啊，怎么啊？有人动了又在动了，不是玩过了吗？啊，有人动了不是玩过了吗？报名完毕之后就开始游戏吧。请找一位代表，负责按下 Joy 控的按键。现在是怎样？哎、欸，有一个用那个希特勒的可以换掉吗？尽量不要吧。报名完毕之后就开始。你一直玩深蹲拜拜，自然就没人会一直玩了。负责按下 Joy 控的按键。换一下吧，换一下吧。哦，这样换这张可以了，可以了。报名完毕之后，好，来喽，开始游戏吧。为什么有 KYO？ 要 Switch 才能玩吗？不用啊，不用 Switch 也可以啊。Everybody,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00 Switch。好，大家好，我是 Horace。OK， 马上来。OK，OK， 来，好了，我们玩一点不一样的吧，玩一个
这个啦，大家最喜欢的好不好？先分组，先玩个色彩猎人，大家最喜欢的。好了，那么各位，我们拜拜深蹲木头人，今晚教练的课程交给我决定呢？随机。OK， 那还是我们的 DC 先来内战一场看看，会玩起来怎么样呢？怎么样？我们 DC 先来内战一场，好像可以。可是这样观众都玩不到了、啊。这个月了，刚刚好不容易进入了皮皮的滑水道，结果家里直接烂网，对不起队友 OTC Cry OTC。没事了，感谢真的假的，感谢。没差是不是？看戏比较好玩。好，哦，你是偏心，上一场累的要死。那么大家都确实移动到画面的。何老师要吗？何老师 challenge 啊，来啊。那么准备好了。手真的累了。来啊，好啊。专业色彩猎人。专业色彩猎人。早安，今天去韩国植物园一直被情侣放闪。接下来一天也好好努力吧。好的。好的。要同行拍摄的是哪位呢？是你的，是我的，这要怎么一起玩啊？用手机，用手机。我们不然下一把我们可以试试看啦。下一把我用那个。我美吗？谁很美？我没看到很美的、啊。下一把我们就照 DC 的来玩啊。皮蒂嘞，皮蒂还在吗？玩家，请为参加者打气吧。出发前先检查一下照相机吧。照相机吧。手机的照相机吧。他在开台哦。你要去买个吃的，你要赶快。可我怕你先不要吃吧，不然等一下玩一玩你吐出来。你跟皮皮讲说，他关台不用去慢跑啦，我们直接开这个，让他一起进来玩就好了。准备好了吧？那就练习摄影吧。对啊。那个就是 Ten Color 了。Ten Color。在周围寻找同一种颜色，然后拍下来看看吧。好。行吗？行吗？把圆圈的中心对准颜色再拍摄。好，等一下我们 DC 拼拼看。是用智能手机。我觉得这个没试过嘛，反正 DC 的话，我可以放那个音，放声音进去，还可以听到其他人讲话，应该还行。知道如何操作快门吗？知道，知道。感觉不错，那我们就出发吧。这是第一回合的摄影。好 ，DC 运动团。先看看这个圈 color 吧。好。在20秒内拍照吧。那么开始。等下开60分，开60分钟会死人吧？开60分钟会死人呢、欸？那让犬鸣村怎么办？3、2、1，时间到了。好啊，来啊，60分钟啊。哪一张呢？那我们下一把我用 DC 模式，然后我看能不能就是大家 DC 进来玩，然后人数不多嘛，就不会100个，就是可能只有10几个，但是战况就比较激烈，因为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在哀嚎，是不是？这样感觉就特别爽，嗯，特别爽，有没有？可惜皮蒂来开台，不然我找皮蒂来就好了。澳门首家线上赌场，听人哀嚎会爽爽啊！滑鼠也可以，那滑鼠也太脏了吧！高中必备单字。好、哦、了不起，了不起！高中必备单字啊，
那么接下来的工作也加油吧。这个蓝色，接着是这个颜色，嗯哼，时间跟刚刚一样，那么开始，开始。好学生，不然帮我叫皮弟好了啦，帮我问问看他要不要一起玩。我等一下直接用 DC， 然后开那个截取就好了，好像可以截声音吧。一，时间到了，打 DC 那一战打一场。好，这一次谁拍的最好呢？我拍的最好。不要拍色色的啊，应该不会有色色的东西好拍吧，但是不要做这种事情啊，做这种事情我之后就不玩了。晚上好，晚上好。对啊，这样我随时滑鼠都按在那个把画面关掉的那个按钮上面。哎，大家分数都很高哎。爱啊啊啊！计算机，算你厉害！这是什么东西？那个是洗发露是不是？你特别冲去浴室拿，把它拿过来这样拍哦！我靠，你也是鬼哎！就为了拍这东西冲到浴室去拿、喔、海伦仙杜斯哦，这个绿色很难欸。最后是这个，原本大家说没有什么新题目，有啊，这个没看过这个颜色啊，超难的欸，谁有这个颜色啊？这个如果你有在吃那个青苹果干的话应该就没问题啊。情人果啊，啊，情人果，木林要玩吗？等一下我们 DC 内战让你们手酸脚酸。二一，时间到了。你跳掉了，哭了。辛苦了，来。没加 DC。最后的相片吧。我打贴给你。我们去洗澡、啊。下个月当兵看不到老皮了。下个月当兵？不会啊，当你是当义务役嘛，四个月而已啊。银狼，我的银狼啊！哎、欸，感谢谢谢派蒙。会不会有人拍自己头顶？拍自己头顶零分吧。他如果戴绿色的帽子，然后拍自己的头，那我佩服啦。嗯，这样我佩服他。会不会玩晚上很好睡，不会失眠？玩这个应该很好睡、啊。啊，这是什么延长线哦？哎，怎么又是这个积木啦？那个魔术方块，这什么东西？青蛙？而且我看他左下角，他原本准备的东西，发现颜色不太对，他就改拿这个青蛙。真不愧是你，谢谢你今天也用心工作。哎、很难哎、欸。好，来一个厨房定时器好了啦，厨房定时器。厨房定时器。好。优福是用手上的，别再优福了啦。先启动感应。我先帮手机充电，我看手机多少电哦，应该够62%够。好，这把打完，我们先 DC 内战，好不好？使用手上的智能手机游玩前，先启动感应器吧。Hello， 各位，他好像不知道能不能截取那个画面。请先用自己的智能手机报名，非常容易，只需要按个按键。截取画面，我先研究一下怎么截取。听说会很累，是真的吗？你截取我们是听不到 Switch 里面的声音，对不对？你们听得到声音吗？听听看啊。智能手机报名，试看看啊。有吗？这样有画面吗？
我看一下。哎，有画面没声音吗？有声音吗？有声音，有声音，有声音。OK 啊，那可以直接用这个玩啊。请好好看。哎呦，那这样乙提应该也可以玩吧？乙提应该是可以。对啊，可以叫乙提一起来玩啊。首先，啊，我扣一下，我扣一下。我累死。到了这个时间，叫皮弟来玩啊！我要累死他们。准备，开始。你要转啊，要转手机。哦，要转手机哦，转重裤。对。啊，记得裤子先穿好啊。这局都没流汗，是不是？喂，要不要玩？怎么玩？等下来玩那个啊，你可以直接实况，哎，看那个实况的 DC 画面吧。有声音吗？我把它改成有声音。直接抓你的实况画面。不是抓 DC 的那个实况画面。对，可是会有个缺点是会听到我那个订阅那个声音。没事。有吗？这样有吗？有听到那个声音吗？啊，现在没声音了吗？什么样的声音？我说就是DC 直播的那个实况的声音啊，这样听得到吗？就是啊，笑笑，没有吧？有你那个小起点的声音，深蹲 UF， 还有那个叮叮叮叮叮噔噔噔噔那个音乐吗？无可挑剔，有哈 ，OK OK， 好，那等下我们可以 DC 内战。可是你不能把我的 QR code 直播出去，不然的话，等下会有观众进来。摄取蔬菜呢？差不多煮熟了，到了这个时间就把它取出来。那就是等一下截取画面的时候，你要先切黑画面。对对对对，等我们进去之后，你再开始，再把它弄掉这样。好。对 ，OK OK。啊，底下那些是要怎样？底下那些是要参战的是吗？因为他们在玩其他游戏。哦，是啊。问他们要不要加入啊？对啊，我问一下。对，结束。叫菲菲来内战呢、啊。做的不错。不要等我一下，我大概十分钟后。好。那么来看看大家的成果吧。好，还要更好。好。我来了，我听说老大你想我了。哎，有吗？你先确认一下 DC 直播有没有声音。有声音。有声音啊、哦。好，我确定了。听到你那性感迷迷的声音，我觉得等下你要爆炸了。所以我们等下分队是随机吗？分队哦，我们等下分队的话随机，还是要分两边？看你随机好，随机吧。那到时候一个人跟着我走。好啊。真厉害，这根本是天才了。根本是天才吧？哎，这好厉害哦，这个有料。令人期待的最后步，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边语音，然后一边干扰对手。你知道算数这样？五、六、四、七、九，然后就阿盖，好的，开始，一弟，一弟，来呀！啊，你怎么收台？非常重要。One two switch， 你怎么收台 ？Switch 这样比较稳啊。敢不敢不要关哦？比较稳啊。好了。那我等下开赌盘、啊。可是你有没有回家？如果你有回家的话，我们就可以那个，就是一人一只手把。那你现在回去，抓两分钟。没差啦，不用了。来啦！你在家里面回去啦。不用了，在家里面，你看 DC 玩就好了啦。你在如果我现在回来的话，就是我们一人拿一只手把。不是啊，就我们一人拿一只手把、啊。可是你要拍照，让我们会抢对方的东西拍、欸。万一色彩猎人怎么办？我们两个一起拍啊！我们一起拍啊！不要啦！因为那个相机又有色差嘛，就看谁比较厉害啊！不是啊，你那彩电就没意思啊，就抢我东西拍啊，我就没东西拍了，不是吗？不然就没有关系啦，那不然我们就拍你拍你拍那张东西，我就不能拍那样子。没关系啦，没关系，没关系，可以啦。来，你是怕输，你是怕输？不怕，不怕。我毕业这么久，要不然我带那个、啊、七种颜色内裤去就好了。好吃的料理完成，好体内功三小。你先确认一下 DC 直播有没有声音，有没有画面？有啊。干杯！有画面，但很雾啊。很雾？会很糊吗？会糊吗？大概有480P 吧。480P？ 720？ 哎，1080P 吧。我看是1080，但是那个天幕。大概是480左右，要看480，
差不多。智能手机模式，它比较小、啊。使用智能手机跟两个 Joy-Con 它那个刀一 T 嘞。哎、欸，但是我们这样看不到你。还在忙 QR code 啊？对哦。啊、对了、啊，我们现在看不到 QR code 啊。啊，这样可是观众会进入呢。还是你可以截图放底下。那你先关直播好了。我先把直播关掉，是不是？没有办法截图吗？你截图丢 Discord 应该也可以了。我有。那你不要，你先把画面关掉不就可以了吗？我有方法。把椅子给刀了，我们的刀椅子。你用手机拍，然后再拍到 Discord， 然后再给我们拍。好累，好累哦！这样有吗？是有是有啦，我试试看有扫到。哎有哎有哎、欸，可以啊，这可以扫。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怎么看不懂你的 DC 画面是什么意思？你好聪明哦！有啊，哎、欸，这个番号不错，这番号不错。你的好聪明是在讽刺啊，何老师？哎、欸，你老皮的智商堪比我哎、欸。什么东西堪比你？你老哥，我前几名毕业的，你说我堪比你？你怎么说啊？我操嘞！哎，我毕业拿奖学，我读大学我都拿奖学金的、欸。我只想说你可以看。说啥呢？讲的好像我智商很低一样哦。啊！好来了，英雄内战了。刚才讲 IQ 变五。可以了吗？可以了吗？先确定一下吧。有。连到了，连到了，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没完。那、啊、你可以帮我截图那个 QR code 贴那个 DC 吗？截图，我试试看。对，截图启动。截图启动，看谁截得快。那这样是不是要关冷气了？这样才有运动效果。什么苦真就快？不可以的。冷气给关掉了。好、啊，那就交给谷歌。好 ，OK，、嗯、聊天室等一下啊。可以隐藏成员，画面会比较大。比地，哎，你 DC 隐藏成员下面那个实况隐藏成员，你的画面会比较清楚。没有那个观众叫我用这张照片，我也是不想。还有照片，对，刚刚观众叫我用这张照片，那我要让大家看到我穿阿肥背心的时候。那我用这个好了，好，可以了、哦。菲菲，我眼睛有马掉，因为我们是要跟观众 PK。没有没有，我们自己 PK。敢不敢放自己的头像啊？敢不敢女装啊？放自己的头像是这么狠的、啊？敢啊，来啊！这样有音乐吗、啊？这样听得到音乐吗？一来啊，有音乐。我们又在高嘉宇啦，那我先上个厕所，我怕我等下尿出来。你们想要看海啸炒饭吗？敢不敢全部人都看一下？看放那个、啊、放狐狸的照片了。那个对取最大选给他。我要放海啸炒饭。我放了。我就敢放。来放女装啊！来啊！敢不敢？我先穿裤子。来啊！放啊！来啊！我很有照片。敢啊！女装啊！来啊！女装场啊！又不是我。我先穿裤子。来啊！菲菲，我们两个不怕的，我们早就都拍过了。不怕的，不怕的，来啊，来啊，其他人来啊，女装啊。请找一位代表。要放什么照片啊？我家，哎，各位，我家可以拿着手机去外面买东西吃吗？如果有，是啊，去谁买？等一下你，等一下，如果那个，等一下如果有那个什么拜拜的，你就很好笑。你会在商店门口拜拜？我好在商店门口深蹲。啊，何老师不是、欸，但是你去便利商店，你赢定了，你玩那个色彩猎人赢定。哎、欸，对，好，我去超商，对，拜拜。超商超多颜色可以拍。等一下，你在超商里面玩那个、哦，玩了跑步是不是？何老师，你就找附近有土地公庙的，然后突然出现 UFO， 你就冲去土地公庙，假装在拜拜。那太可怕了。那如果蹲下的嘞？蹲下就去厕所、啊。报名完毕之后，就开始游戏吧。我就放一张。请找一位超商玩 UFO， 负责按下 Joy-Con 的按键。来呀、啊、来呀、啊、来、啊，反正啊，所以怕嘛，我们不怕射死啊。议题到底好了没？来啊，来啊，古锥比基尼啊，要再次显比基尼，可以按一下女装啊，快女装场。哎、欸，他可以中途加入，是不是？我还是不要出去好。好像可以中途加入嘛，对不对？什么女装场？我二就好，我没关系，我二走。好、
没有没有，我是其他的。你看着游戏画面。好，我要先切游戏画面了。能不能连？哎，没画面。哎，老皮。有。不要急，不要急。等一下，我现在讲话你们听不到嘛？哇，十九人哎！我好像 DC 有问题，我要重开了。不是，我 DC 刚才变红色的。老妹，我说我刚才 DC 变红色的。DC 没有声音了。有现在讲话有声音吗 ？Hello， 有了吗？有了吗？刚刚很小。好，我们现在少一个人啊。那就你进来啊。他就乙提啊，所以我们就先分队啊。我是 Horace， 可以啊，可以啊。对啊，我们先分队啊。女装吧，我们做女装。六十分钟了啊，敢不敢？来啊！60，观众不要加，观众先不要加，观众先不要加。对 ，OK， 好，都没问题。脚步声与震动，移动位置。移动位置要吗？都没问题。我们先不要了。可是就不能按到那个忍者，按那个忍者会有问题啊。我第一次玩忍者没差吧？忍者没差。忍者我的位置太小了，我应该会把我手机抽掉。那是随机的嘞，会死人呐！不要闹了。没差啦。上来分组吧。忍者这边我自己玩啊，除非是我跟皮弟啊，一人一把，就一控才办法玩。自己决定啦，自己决定啦。啊！我回家没。那怎么分？怎么分？我不知道哎，怎么分？你的画面，哎呦，画面没了是不是？嗯，画面没了。这样呢？这样有画面吗？没有，这样是一个什么启动？不然你等我一下。你应该要开什么会议才会可以？比较多人。现在是启动原神的画面。这样呢？这样呢？有了。像几比几？七比八。那这样呢？这样有吗？这样还有对不对？有啊，倒数，现在倒数嘛，对不对？那我右边好了啦，皮弟左边啊。左边啊。你左边嘛。你有看到那个海啸炒饭吗？好。哎，我变左边嘞。哎，没事啊，啊，没关系啊，我就知道你最喜欢我了，我懂。你喜欢绿绿的，我知道。我在左边的，好 ，OK， 你们死定了。老皮是哪个头像的？我是，我是那个啦，慕白麦昆。测了吗？哦，有看到了啊，有。那种画质突然变很差，怎么突然变成四百六？画质大变化，对，没差啦，听声音而已啦。就 DC 怪怪的，那没办法。DC 有声音吗？有音效吗？有 DC 有。有啊有啊，有音效啊。你把那个打开来啊。接下来的位置，哇，这么多这么多。为什么我跳在上面？胜出就因为我们多一个人啊。那边十个人。最先获得七分。等乙提进来他就加右边的，所以这样刚好就十对十啊，二十个人。他中间可以加入吗？可以。我们马上开始。他扫 QR code 就可以了。那么我马上开始哦。第一个游戏是，敢说好的女装。第一个游戏是，来，直接来个深蹲，不用深蹲，来啊，深蹲啊，我没差，来啊，来啊，有种深蹲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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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不要是反向是这样，不能深蹲。你要听，他是就是他是相反的，就是。比如说他说快蹲下就是不要蹲啊，如果说别蹲下你就要蹲。智能手机游玩前先启动感应器吧。他多蹲会扣分吗？蹲错就不会加分数，蹲对才会。他跑一个节奏，所以一直蹲啊。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完全相反的。好了，各位 ，OK 吧？今天也来愉快的深蹲了，可以蹲，今天来换一下玩法，把深蹲的规则反了。来啊，蹲啊，蹲下好了，蹲。听到快蹲下的话。就不要蹲下，快蹲下，不要蹲。快别蹲下的话，就蹲下。OK， 懂了吧？懂了吧？很简单吧？懂了。OK， 不要蹲，蹲。那么，请想要参加的玩家报名吧。总不会有人没加入了吧 ？OK， 加入哦。来哦，加油啊，加油啊！请起立，加油。加入就太过分了。等下先不要讲话哦。好，尽量伸直腹部就可以了。快蹲下。那先来热热身吧。好，
小心何老师，你到超商了没路？何老师到超商了吗？你这样听得到了？听得到啊！对啊，来啊，预备啊！请确实的举高或放下手臂，行不行？可以，可以，简单。好意思啦，今天没有升级过一百，我就不睡。有了吧？这样没有延迟了吧？大帮我提醒皮弟自己，没有了，没有了，怕他腰伤。皮弟，有听到吗？皮弟，皮弟呀！来了，我好累哦，加油！然后正式开始了，加油！请双方队伍伸直手臂，面向对方。相反哦，不要忘记哦，相反哦。开始。快别蹲下！快别蹲下！快蹲下！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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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下！快蹲下！快蹲下！快别蹲下！快别蹲下！快蹲下！干错了！快蹲下！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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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下！干好累！好，先休息。不是我刚有一个错了，我刚有一个错了。事实成交有一难，好累啊！脑袋转不过来，我是蹲哎，不错，我好烂，我要死了！哇，哇，哎，为什么没有我啊？你有进来吗？哎，我进去啊！没有没有，这是另外一队，另外一队吧，分两队，分两队吧。开始，分两队。快别蹲下！快别蹲下！快蹲下！快别蹲下！快蹲下！快别蹲下！快别蹲下！快别蹲下！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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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蹲下！快别蹲下！快蹲下！快别蹲下！快蹲下！快蹲下！快别蹲下！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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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蹲下！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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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蹲下！啊！快别蹲下！快蹲下！快别蹲下！啊！好啊！我哪里打结了啦？不是我，真的特别打结了。这相反的，耶，睡啦！耶，睡啦！右边的，赶快抢起来！明天继续努力，小鸡就是训啊，小鸡。很累，真的很累，好累啊！骨锥有啊，骨锥三十四个啊，有啊，骨锥有。皮弟，你说我睡我第七，你第十哎、欸！哇，好强啊！不是，等等，凯凯现在可以剧烈运动吗？他伤口愈合的不错。OK，OK。好硬啊！你们该不会这是相反？你们该不会一直按到那个吧？会打劫，你知道吗？会打劫啊！会突然打劫。对啊。下一个游戏吧。不要小看那刚生完的、不要手里剑，不要手里剑哦，不要手里剑。决定游戏，按那个吧。有请右边的队伍。谁按谁按？给骨锥按，给骨锥按。就按下智能手机的按键吧。骨锥交给你了。可以按下按键。那怎么？骨锥你等下手大话费。怎么掉分？不要。卢凯凯、不是我按的，这不要按，你还按这个？凯凯，你这怎么比？这我一个人玩啊。这怎样？这怎样？就你一个对付我们说了，不是啊？那我这样子，我这样怎么弄？我有开盘呢、欸。是啊，不然你就不要都不要赢，那我们就成两分嘛。都不要赢就两分呢、啊。好啊好啊，都不要都不要赢啊。都不要赢就两分嘛。对啊。OK, okay.。就都不要挥刀就好。我们开始吧。都不要动，都不要动，都不要动啊！都不要动啊！没有没有，就两个人参加，然后就剩下就不要动，忍术休息，这样最安全。收礼剑之片，不要参加吧？什么意思？不参加就好了。那就不参加就好了，不参加就好了。可以吗？可以都不参加吗？可以啊，可以不参加。下意识按到 ，OK， 全部不参加吗？对啊，不参加。不能吧？比拼身手，看看谁。好像强制要参加，强制参加吧？这个强制参加，是啊。强制性。因为这不是说我跟皮弟不同队，然后一人拿一支那个，哎，有啦有啦，不参加，都不参加，不加入就好了。不加入啊？左边谁？不加入啊？右边的队伍似乎没有可以参加的人，所以全部都不胜出。啊？啊！这样你们胜出哦。左边的队伍为什么？这不算啊，这一分不算，这一分不算。啊！
没有啊，有啊。一个人是这个意思吗？下一个游戏，因为他们多一个人呐、啊，多一个人，好，多一个人。由右边队伍决定，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了。是时候了，就马上按下智能手机的按键吧。接下来的游戏是，很多啊，谁按？苦追。哎、欸，为什么？你让一下老人好不好？看，我们要选冰宝，冰宝的。古筝，你别搞了，古筝，认真要找他们。没关系啊，你们要这样子，我无所谓啊，我无所谓的、啊。冰宝，古筝问累，不要这样子。好了，各位，古筝，你不能说没有健身房都这样哦。你听到快蹲下的时候，马上深蹲。没有人这样搞的、啊。别的就不要动哦。要深蹲一个小时。明白了吗？好、哦，不要闹了，不要闹了。那明天脚会站不起来，要蹲到吐了。哦，会有陷阱题。那么这有吗？这个它只有什么？别蹲下，什么快？没有，有陷阱。对啊，还好啦，这个还好，这个就简单的。它不是相反的就还好。可以继续坐下，没关系，尽量伸直背部就可以了。OK。你要坐下，坐下的。啊不，敢不要坐？不要撞到周围，尽量伸直双臂。站着深蹲。双手牢牢抓着智能手机，站着蹲啊。坐着的人，都别想坐的。或放下手臂。不是，那怎么感应不大？哦，有了，看这累死了，这是我一个月以来运动最多次的一天。不是这游戏，那么正式开始喽，请双方队伍伸直手臂，面向对方。好，来喽，准备喽，加油！开始，快蹲下，快蹲下，乖孩子，快蹲下，还不加，快退下，快蹲下。快蹲下，快蹲下，快蹲下，吃不下，快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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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还不加？怎么快蹲下？为什么快吞下？不要手法，不要手法，在干扰啊！不是他有快吞下，他是在密兔哦，干，感觉还在干一层干扰呢，那个干扰不怕也要加油哦，很累，请再一次伸直手臂，再来，来，快蹲下，快蹲下，快蹲下，快退下，还不加？快蹲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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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下，快蹲下，吃不下，快蹲下，乖孩子，快蹲下，还不加，快蹲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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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下，还不加，快蹲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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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没力了，没力了，没力了。那是快蹲下，是快蹲下是怎样？快蹲下哇！耶，左边又赢啦！好一点了，右边的。累死了。继续努力，我快不行了。右边的加油，右边的加油啊！行不行？刚刚有一场运动量都流了。我也很久没运动了。哎呦，皮弟，哇，皮弟厉害，皮弟有力哦。等一下，不玩了，给你们玩。什么东西啦？我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我的髋很酸。你跟我，我也超级酸。我的髋很酸啊！左边的队伍三连胜。你知道我们的后推吗？再一次拉开距离。后推对对 ，OK， 让你追。好，给我。我们就开始下一个游戏吧。好。来啊，再一个，由右边的队伍决定游戏，觉得是现在了，就按下智能手机的按键吧。接下来的游戏是，不会延，没有延迟啊，哪有？不会，这没延迟，一息没有延迟。不要搞了，这次至少有两下以上了吧？我们开始，应该至少两三下以上了吧？现在大家都要杀人试试，来抓战犯呢？这个不管是什么东西，透明大跳绳。我们先专心听他讲说明规则。跳绳对决，这一次试着跳看不见的绳子吧。跳看不见的绳子。
想要参加的玩家，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那为什么我觉得像运动台啊？运动台没错啊。在搞啊这个。我也没加入。还好，还好没事。哎、欸，谁没加入？没加入少一个。还敢不加入啊？开始呢。我。右边的队伍，那么请起立。右边先，先起立来，起立起立。充分注意脚边跟四周状况，听清楚绳子的声音跳吧。大家都跳到的话，就来正式开始喽。行不行？要跳起来啊！可以啊，跳起来啊，跳啊！是那个怕的声音是吗？怕、啊。对对，那个怕。现在是右边先跳，我们左边先休息。跳绳时好好握住智能手机。还有人正式开始后，绳子会消失不见，那个声音听不太大。我们先不要讲话。二一，开始。生活中总有一些不顺呢。谁呀、啊？谁啦？我操！那谁？右边的谁在哪啊？那个白痴东西干嘛啦？这是不行。好了。人飞飞啦，啊、中了！快到我们了，快到我们了！好 ，OK， 加油，起立，起立！充分注意脚边跟四周状况，听清楚绳子的声音，跳吧！哎，但真的大家都跳到的话，没有啊，他这个没差、啊。开始喽！哎、欸，我没有反应哎、欸！跳啊，往上跳啊！没反应啊！跳绳时跳，有了，有了，有了。绳子要消失了 OK， 不是，不是，为什么 Rain 这么累啊？来，开始了，开始跳这个，开始。哟，哎呦 ，PD，PD，PD， 过关了，过关了，六次啦 ！PD 是不是感应怪怪的？哇！啊，跳不够大力啦，轻轻跳而已吧。跳太高，我机械会扯断啊。啊，你跟我一样。不是世界纪录了吧？这个。对啊，六次啊，世界纪录吧。累死了，累死了，累死了。我觉得我们左边太强哎、欸，左边太强哎、欸。左边太强，他分配一下了。不好意思啊。哦，是机会时刻，苦战中的右边的队伍，机会来了。抓紧机会、啊，抽一张卡牌吧！抓紧机会，还相信我，相信我。抽卡吧。谁谁抽？代表队伍、啊、选一张卡吧。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他抽什么东西，对不对？请你到前面来吗？我看到了。确认好 Joy Con 之后，请按下按键。好。这一次的机会卡，那你们要抽哪一张？这些应该说一二三哪一张？三分，三分，三分。那抽哪一张？用 Joy Con 选择。我推荐你抽左边那一张。可以看到左边那个内容。那你们抽哪一张？就左边，就左边。你们先讨论啊！你们先讨论啊！真的啦，左边啦，左边很好。怎么样？讨论一下吧。谁代表？很好，就左边吧。等下画左边吧。手机画面没有左右啊。那就左吧。左边吗？这张吗？这一张吗？我相信他。好。右边的队伍所选择的卡牌是。你要确定哦。真的很准。第一次见了。你看我对你们多好。右边的队伍确定对。对你们多好啊。对你们很好啊。我们进行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只会给你只会相反的报。啊！我给你最好的，我哪有相反的报？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哎，我给你最好的。接下来的游戏是。你不是叫我们不要选？没有，我说叫你选，我推荐你选右左边呢、欸。对啊，我刚才说推荐你选左边，干你就是这个人，你最坏心了，你就要觉得别人的讲的话都是要错的。我就推荐你说选左边，为什么不相信人心呢？你自己没听清楚，还没怪人家，真的是真的。好了，社会太险恶了，这个就是智商。他现在有小孩，他的保护意识很高啊，自我保护。哪有？当爸爸了就会思考很多。请试着按下叉及圈键。有了有了，按到了按到了，这是怎样？这是要猜题是不是？答题吧，不是猜题吧？要问你什么东西，然后圈跟他吧。有对的，也有错的。尽快选出答案吧。好，很简单吧？这个蛮简单的吧？十秒以内回答的话，十秒以内分数
奖励哦。看来会很难哦，他可能问你那个圆周率。OK， 也挺妙哎。第一，他可能问你圆周率多少啊？如果一直重复说石头、剪刀、布，第七个出现的会是石头。啊干！我错了。多简单，可怜呐、啊！这哪有很难？这简单、啊。完了，可怜呐、啊！没有答对了。哎呦！哎呦，两秒很快、啊，很强哎、欸！两秒就解决你们了。对不起，我的队友，你右边冷静一点，队友。我觉得右边这个是没办法了啦，只能说右边真的是右边的行不行啊？右边的右边没办法，右边真的没办法。右边的行不行啊？右边的。第二题，二月二十三号的一星期后，还是二月？啊！我选错了。谁选错了？我选错了。不选错了。二月二十三号的一星期啊。二月三十。二三三十号就不是二月啦。哎，梦，你这个这么激动的家伙，论虽然是论月也没有到那个啊。对啊。何老师，二月最多二十九，好不好？干何老师哦，那边说什么智商很高，那边赌狗零点零八，烂透了。接下来是最后一道题目，这道题目的分数会变成两倍，我赌，我跟你讲，我不管了，你不要赌，不要赌。马跟人类的耳朵加起来有四只。啊答案是六只，五毛四枚 ，pretty 大笔 ，pretty 大笔，耶！好，何老师有料啊，何老师有啊，抱歉，我按错了，你没按错啊，马有四只耳朵啊，马没有四只耳朵，两只人类而已，死灵，死灵，敢救你，敢，哎呀，哎。謝謝你们真是受不了哎、欸！请为上座的队伍鼓掌。怎么会按错？谢谢。真的发现我按错了。我们下一次再见吧。那个石林，我们爱你。那个反向已经会进账户了。石林，下一次不会再见。是马良玩太多。石林，你们是有四只耳朵吗？那么下一个游戏，不是到底知道怎么按错？就对跟错而已，真的。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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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有了有了，声音测验。对，现在 DC 内斗来了来了来了，欢迎来到声音测验。OK， 想要参加的玩家，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我现在戴耳机来。首先，请试着按下 A 及 B 键。感谢想睡觉的羊，感谢。是。接下来播放的音轨有一条是最合适的，尽快把它选出来吧。在五秒以内回答的话，还行吧，获得分数奖励哦。是啊，由于声音大一点哦，没办法，他们 DC 讲话太大声了，我已经尽量调大了。第一题，这个声音是什么呢？啊！我的手太简单了吧，好像是我的手不受控制了，我的手习得啊，原来是不受控制的部分啊，没办法，没事没事，我老了，什么老了，这个还是老了，右边真的老了，老了老了，习得听不出来OK
来。第二题，这个声音是什么呢？干！你是不是也按住了？不是，我听到第一个灯的声音，我以为是钢琴。等下这是谁啦？这是谁？错了吧？对啦。我以为是钢琴啊！啊，你是不是也老了？不是，我听到第一个声音，我听到，我想说他是按钢琴的声音啊。我后面听到竖琴，第一个很像刀。对啊，他第一个咚的时候，我以为是钢琴，就按了。要不要我说有难度吧？有，小烂，还敢说我？第三题，接下来是最后一道题目。完了。这道题的分数会变成两倍。所以，请好好努力到最后吧。这个声音是什么呢？羊的声音。没按错吧？羊的声音。没。是猫吗？我按错了。没。没。都是猫。猫吗？没有，没有。小羊是这种声音，没错啊。你看我将功赎罪了吧？啊，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可以的吧？哥，我也可以的吧？有按错啊？守不住哦，应该不会了。干！什么？就只有没有，太棒了吧！哭啊！怎么会按错？专业，输了。他用你家的猫叫声很不一样哦。喵！输了。喵！笑了。你家的猫是这样子吗？喵！右边的队伍连胜，右边的队伍领先一步。啊，我怎么多好几个人？我不晓得。啊，下一个游戏有吗？左边有吗？有多人吗？多一个吧。左边的队伍多了一位吧？多了肌肉。那肌肉是谁？就按下智能手机的按键吧。不知道肌肉不知道是谁。接下来的游戏是。那个 muscle。好啊，死灵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死灵在搞啊，死灵没关系啊，在搞啊，死灵在搞，就你安全，我们开，你信不信我打死你？不是这个，你给我派最凶，派你这个真搞，这个真的很累，这个。看，好啊，没关系，大家互相折磨来、啊。互相伤害啊，没关系啊。外星人来地球已经一年了，欸、所以我们是绿色的吧？我们是左边的，左边的。OK， 听节奏就好，听节奏就好。来，起立，起立，起立。要参加的人，起立，全体起立。报名。容易啊。哦。谁没加入？谁啊？哎，最后一个目标，虎哥吧。哎，我有加入啊。用智能手机报名吧。刚才那个肌肉应该是虎哥吧？前面加入的人、哦、请好好看到最后吧。好了，来了，各位加油啊，先玩，我在测试、哦、OK 全体去啊，哦哈哦哈哈哦的时候往上，哈的时候往下，好好握住智能手机，右边行不行？按住固定，来了，来了，预备哦，继续祈祷，来，哦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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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哦哈，哦哈，动作确实。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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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快点，洗澡了，很帅，很帅，死灵，我第一，啊，我输完了，哈，哈，哈，三叶，三叶，有为，有为。怪怪的，反应怪怪的，动作大一点，拜起来，真的吧？三爷，出来了，打出来了，PK，三爷，三爷别累了，三爷，我的手快不行了，三爷，给我回来，哎。
我们要走了，男要走了，男神，快点！男神，好险啊！快点，很酸啊！我好酸，快点啊！哈，哈，好累啊！好累啊！快死！我快死！提不上去啊！画面会那个。不是你会那个，你今天的整形型就好了。干累死！好累死！啊！看喜剧我家声音也在那个，我家我重进，我重进。第五十二，五十二拍。我手超酸的。啊！他怎么又零趴？是没在动，是不是？我快要笑死了！来发表结果。左边的队伍现在老大那个 DC 直播炸了，没有炸啊，没有炸、啊。我们就开始下一个。没有吗？那个，那个，超级那个，开始那个。现在是同分，由刚才的游戏中输了的右边的队伍，觉得是时候了，就马上按下智能手机的按键吧。这样呢？接下来的游戏是算了吗？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来啊！Bingo， 我看不起。名字会出来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你动作不确实被他点名。对，开始吧。不要再搞累的。真的不要再搞累的，快不行了。完了，我现在耳朵在幻听呢，我在听到乌哈哎。哎，这个等一下。等一下，右边的话，菲菲右边对不对？使用智能手机报名哦。你说停的时候，我就按。好 ，OK 吧？哎，好 ，OK。反正就是你们自己看嘛，画面到的时候，你喊，你按，你说停，我就按。想要参加的玩家，哎，那我想要他准备哦，准备哦，准备哦。然后左边的话，左边的话交给谁？按下 OK 按键。左边谁喊？皮弟喊好了，皮弟你说停，我就按。对对对对。这样 OK 吧？我反正我都不看画面，我就只你们喊停，我在停啊，我完全不看画面 ，OK 吧？你先低头，你先低头。哎、欸，我现在低头看聊天室就好。我现在看聊天室，我看，然后我看，我看聊天室。你看聊天室就好。好，注意哦，左边右边哦，自己分哦。好。会用追控停下轮盘。那现在在周玉扣环节。让轮盘停下的是他们。OK， 我的手好痛。确认好之后，哎、欸，何老师、欸，哎，没无所谓无所谓。那要不然何老师喊，何老师你喊停。何老师喊了，何老师喊了。啊，菲菲喊停，我就停 ，OK 吧？好，我们第一回合，我们先喊。作为目标吧。你要算上老人家的反射神经弧哦，你不要就是喊太快哦。OK， 好，何老师。等一下啊、哦。数字是停。我是七。哎呦，五十七，我有，我有。请点触一下，把它打开。OK， 我现在没看，我现在没看游戏画面哦。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哎，之后二十九。盖世，盖世碎啦！哎呀，看来飞飞是不懂。那么来说明一下，不是我反射我没那么快，我会慢半秒钟，好不好？需要队伍中过半。阿以婷，你可以直接扫 QR code 加入游戏，直接扫进。嗯，直接扫，直接扫。需要多少人达到 bingo？ 你要去 R 红色的右侧。对，继续吧。接着是左边的。好，何老师，来哦，来，可以随时更换负责停下轮盘的人哦。之后的数据是。停！每个人二。哎呀！谢谢何老师。Yeah. 谢谢。可恶。接着是右边的队伍。好，右边啊，你可以截那个按键决定实况的画面。35。谢谢。你怎么？不是，我总觉得你好像慢五秒。不是，没有。你正常一定会慢，因为 DC 会慢 ，DC 会慢一点点，所以你要把 DC 那个的时间算进去，你懂我意思吗？好，可以，我往前压一点，一记延迟一秒。商讨由谁来让轮盘停下，可以交给有信心的人试试哦，请让轮盘停下。何老师，来三二一停。54。哎，何老师哦，三小不要雷啦。你要看我们左右边谁需要什么数字，好不好？他们会点出来给你看。接着是右边的队伍，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按下按键决定数字，之后的数字是。数字比较差，数字比较差。谢谢。我已经又往前拉了。菲菲，你刚刚吃的没是哪一队吗？接着是左边的队伍。我知道。之后的数字是。这样。好，等，怎么了吗？停。15。哎呦，是哦 ，yes， 这可以，不是你们这样子就 bingo
他们在弄的时候，你不要讲话，不然我会听不出来到底是谁喊。接着是右边的队伍，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之后的数字是11。不对吧？没有，真的是真的，你真的是你自己喊我就按了。右边的队伍，来，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之后50。哎呀，你是不是有在搞？你是不是在雷？哎呀，我要交换球员。OK， 体体有进来了吗？我这边注意。好。哦。哎。36。哇！可恶！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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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哎呦，我们怎么五个要连线了？哇，可以可以可以。剩我没有连线啊。我也没连线。接着是左边的队伍。请让轮盘停下。之后的数字是。哎，迪迪，迪迪你好，迪迪。哎，迪迪。49。我先喊停，你不停哦。没有，你刚才没声音了。哎，我也快连线，我快连线了。将连线的人开始增加了。完了。如果双方队伍同时达到 bingo， 那最先在卡上开动的，那我现在有声音。有了。接着是右边队伍。来，菲菲，准备哦。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之后的数字是。哎，这边还在解了，没有真的真的，真的，哎，十、十二、十四、十六，哎，你把旁边的数字全部吃完了。队伍，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之后的数字是。请让轮盘停下。你的喊了怎么不行？你要喊啊！没听到你讲话啊！我没听到你讲话，我没有听到你讲话。我的数字超过两轮了呢。我们都没听到你。没有听到，没听到。之后的数字是，哎，哎呦，又有人打到即将停，因为你喊停了，我真的就马上按了，我没有延迟太久，但是因为准备，接着是左边，准备哦，机会时段，好来，好，等一下哦，准备哦，停，哎，平地，谢，你真的很雷，我刚一个都没有呢，0.5秒，可以换人吗？换一个，换一个。接着是右边的队伍，左边有谁？轻松喊叫，轻松。左边换乙提喊好了。数字是。好，左边换乙提，右边，右边，他是右边。啊，是啊，对，是右边，是右边。你喊，你喊。停。八。哦。哇哦。会喊。有人有八吗？没有，没有。我们六个听牌，没一个人中的。左边的队伍。对啊。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之后的数字是。准备，停。59 漂亮漂亮，又有人打到即将连线了，哇，紧张哦，老哥，继续吧。接着是右边的队伍，好，乙提涵，请让轮盘停下，之后的数字是26，哇，很会，右边的队伍有几人赢，完了，被反超了，考，完了，好，你喊何，好，我喊吧，好，何你喊，按键决定数字，之后的数字是停，16，这么多红色，你喊停，你为什么都红的，这么多红色，你喊停，老哥。你要看运气，不然你别打了。对啊，你没看到要绿色的啦。雨婷，停，46，哇，完蛋，48，有吗？有吗？左边有吗？没有，有人已经达到三条即将连线。有了，就是我啊，就是我啊。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之后的数字是。请让轮盘停下。34。完了啦，平地。结束了。平地啊。真的很雷耶！我就三条线，是真的很雷。滴滴还是有延迟一秒哦，会有延迟啊！我觉得一定有。右边的队伍只差一分。哎呦！
我要智商决战，一定你看我多脸，白色的脸。机会时刻，你提接到画面吗？机器人的画面。抓紧机会，抽一张卡牌吧。这一次负责抽卡的是，请问我有机会看到聊天室海啸吗？你要看 PC 的。没有没有，你待会就可以加，待会就可以加了。欸、因为这一次的机会卡牌是这些。好，夺取一分哦。太难选了。你想知道吗？你想知道吗？男生直接选，不要理他们。男生选一个、啊，顺从你的内心。男生不要选中间，男生。男生选，顺从你的内心，选右边吧。男生右边吧。准备好了吗？男生不要中间，男生你要哪一个？中间的。中间吗？可是我觉得左边搞不好有、哦。我觉得右边呢、啊，左边吗？好的，左边，我下中路。左边的队伍所选择的卡牌是 ，yes 啊！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一个人，他们刚才一个人讲中间，一个人讲右边，我说。他们就是一定坏心眼的人，所以我们就选左边，没有选过那个。心理大师啊！你们以为你左看好，你要讲就好。对啊。不要再蹲蹲了。好，你们按 stop 哦，按 stop。就按下智能手机的按键吧。接下来的游戏是。你提给你按，按 stop。按中间 stop。哎，我按了这个。哇，哇，这个，这什么？这个、哦、这很难的、欸、呀。这个耳朵，这个要，欸、这个要剪纸吧？这个交给你们了，我放弃。等一下，这怎么办？你要记东西，这忙，这忙，这超忙的。你要去记上面有什么东，上面有什么菜单，然后几份这样。太难了吧？还没看。可以 pass 吗？早安，没差没差，我们就看到底谁会赢这样。我把它当工作，一起来帮客人点餐吧。啊，我断线了。不要把数量搞错了哟。好，好。我本店我以前在五十人打工的时候这样。你大家真的会想说抽小鬼？今天就以这个打小鬼，好好加油吧。所以他就这四种模式而已。啊，队长，队长，史林和老师，我是队长，三叶，那个，我谁啊？我的队友有谁啊？你是老皮。哎，我是队长，我是队长。对，老皮，你是队长。OK， 那我们拿一人记一个，我们一人记一个，好不好？好，好。我这边队长三叶。等一下，队长是风雪。等下我们就各自分配啊。队长是木卡卡。对，我是何老师跟史林嘛，对不对？跟我对 ，OK， 没错。我的队友有谁啊？我忘了。我。OK。今天的菜单。好，大家等下安静了，安静了。好好写下客人点了哪些冰淇淋。我记香草跟香草坚果。何老师记巧克力。我的队友有谁？请问今天要点什么？看完蛋了。不行，我觉得不行，这样会互相干扰。对啊。何老师，你记薄荷巧克力，史林记柠檬，然后剩下。你们分配，就这些了。男生你记上面那样，我记下面那样巧克力。好，等一下，我记上面四个，下面四个不记了。答案是一。怎么样？有好好写下来了吗？啊，结束了。我记左边那一排。不能讲话，听不到啊，大哥。没有，等不能讲话，不能讲话，待会就不能讲话了。今天的菜单，那这只是练习而已。决定各自要负责写下。啊，你们分配好了吗？男生你记上面两个香草的，我记最右边两个，最左边全部都记。我记下面四个好了，最左边交给我，我记摩卡，我记香草跟香草坚果。何老师你记薄荷巧克力跟柠檬，你跟右边的一对。要开门了，我记菲菲全部，我记下面四个。好 ，OK。完了，我何老师你是薄荷巧克力跟柠檬哦。薄荷跟柠檬。可以了吗？可以。巧克力坚果三份，巧克力坚果两份，巧克力香草，薄荷巧克力，香草坚果，那个我也要。巧克力坚果三份取消。等一下，完了，闭嘴。盘子，巧克力三份，香草，薄荷巧克力三份，我还需要别的。柠檬，巧克力坚果，焦糖摩卡，香草，我还需要别的。薄荷巧克力，巧克力三份，薄荷巧克力三份，柠檬两份，我还需要别的。摩卡三份。就这些了，太硬了吧！太硬了吧！没
越快回答，越好六条。死小孩，等一下，等一下，不要说，不要说，讲话还是讲话，我还是要别的。巧克力坚果，巧克力坚果。何老师回答，何老师，哎、欸，是何老师吗？六，不是你回答，你要回答，你要按啊。要按哪一个？不是我回答。是啊，写数字啊。我写。没有，他要按那个便条了。哦，六。六个屁啊！干什么一个？六个屁啊！白痴啊！我操！卢凯凯好猛啊！我只记得第一个什么巧克力坚果五个，然后就其他忘记了。我只记薄荷。这个点了几份？摩卡，摩卡四份。何老师，我第一次三份。我记是三分，因为他要取消一个。你们没有一个对的，没有一个对的，没有一个是对的。哎，风险对，看，猜的吧？我本来不是很确定，你是猜对的。这个作答的人要是谁作答？队长，队长作答。所以你要把你记得跟队那个跟队长讲。下一题，好。这个总共点了几份？巧克力系列，好妖。巧克力有三个。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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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二。六。我巧克力坚果就有，我比较四个。我看何老师那边几个。九个。三年到一运傻，三年一个运完的都比你们强。十三。我多算哪一个啊？奇怪，我写十四，我少算一个，我少算一个。刚刚我写十二，差一个，没有一个对的，我少算一个。所以我们这个题目都被放弃啊，这个真的太难了。只小孩，我五的口味啊，有吗？下单我五的二口味是摩卡，一个而已，两个吧，两个的吗？一种，两个。刚刚妈祖托梦跟我说两个，啊 ，yes， 真的两个，两只吧，对，两个。刚刚妈祖托梦，谢谢何老师。左边都零分。哎，哇塞，习得三叶，他都说二了。对不起，吃到抽搐了。对不起，电费亏钱都是我的错，对不起。还抽搐。最多人点的那个有几份？最多的有几份？哦，我记得有，我记得薄荷好像是最多的，六，九份呐，九个没有，十三呐，九份的薄荷巧克力啦。六，怎么是六？哎呦，我就跟你讲六。习哲哦，就你在雷，看，我们这一队也没有答对，我还是敌对的跟我讲答案了。他妈，刚才那边讲九分，想说不对哦，不对哦，因为习哲刚才一直猜错，我想说刚才不行，我不能相信他了。对，你被习哲骗了。对不起，电会倒都是我的错，对不起。我按哭哭了，不可以，不可以的，好的思想哎，来发表结果，完了，白热化了，已经在破哎，这个吐血了，我跑完了，决斗最后的决赛，啊，最后一个靠运气啊，来冰果啊，来啊 PK 啊，体力 PK 啊，什么冰果，拿水球砸他们头啦，打架了，下一个游戏。色彩猎人啊，敢不敢？色彩猎人啊！色彩猎人，老兵，OK OK。可是很难选，因为他会慢一点点。游戏是，可是我内裤拿去洗了呢。什么啦？哎、欸，哇！我靠呀！哇，也就是眼力。啊，真的凭运气，真的凭运气，真的凭运气了。开始吧，真的是运气啊 ！One, two, three。这就没有操盘的问题了，就操何老师了。不要再让何老师好不好？那个有够雷的。你刚才上一场的表现，你还敢讲？你等你好意思哦，好意思哎、欸。我还对一题耶，我还你真的有比我厉害再说啦。
哦哇！来啊！现在去桃园。来啊！你们先决定谁、啊，先决定谁喊。想要参加的玩家，没有看他抽到谁啊？没有，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按下 OK 按键，你们挑一个人喊、啊。卡片的数字。我要给乙提喊啊！分。好啊！绿队有谁？绿队有谁啊？我有谁？挺多的。在这个游戏里。会用追控停下来。你在相信我吗，绿队？这一次负责相信你的是他们。相信皮皮啦，相信皮皮。好了好了，我相信你一次。好，小七。好 ，OK， 右边。老大，你知道内战比的不是谁比较强，而是哪队内鬼比较少的获胜吗？路。来来来来来，再次。46，卡片上有对应数字。看我没有四十六，请点一下把它打开。接着是左边的队伍，左边是按下按键决定数字。26，我靠，我也没有哎、欸，我也没有26，我一个都没有哎、欸。为什么这么红？你要喊呢？我两个都有。这个游戏是要队伍中过半数的成员达到冰狗。晚上好，晚上好。老皮安安晚上好。确认需要多少人达到冰狗？哦，那这只是先开始选而已。继续吧。好，接着是右边的队伍。OK， 好了。随时更换负责停下轮盘的人哦。之后的数字是。哎，没有颜色哎，这场。27。我也没有27，太会选了吧？连续三个都有。接着是左边的队伍，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哎，之后的数字是14。啊，我有14，我有14。谢谢米弟，谢谢米弟。请问到下面半个正常的吗？正常。接着是右边的队伍，正常啊。现在是机会时段。一踢，我要三四五。的数字会变成三个。我要三四五。请与队伍成员商讨，由谁来让轮盘停下？可以交给有心人。我要你的信用卡号码。五、六、七，即将连线。我抽一个七，我漂亮。即将连线是我，漂亮啊，漂亮啊，漂亮。你要什么数字？快按。这是左边的队伍。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我喊吗？我喊吗？嗯，你喊，你喊。你喊好，你好，等我一下，我再等一下，再等一下。请让轮盘停。40。哎呀！又有人拿到几个？哎呀，我有。我没有40啊。我没有，有一个。接着是右边的队伍，请按下按键。我知道什么时候要喊数字。之后的数字是。33，我有。有人拿到即将连线了。所以哦，谢谢你喽。哎、欸，我喊。接着是左边的队伍，请让轮盘停下。我喊。之后的数字是30。你不要那么突然来停好不好？你要先，我要准备喽。这样子你乱停。接着是右边的队伍，来，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之后的数字是2。你这个家伙，即将不是我真的，不是，他有延迟，他有延迟哦。对不对？接着是左边的队伍，来。哦可以哦。皮弟，我要10、11、12。哎呀，我小数字，小数字。我要准备了哦，停。24、25、28。我一个都没有哎、欸，我一个都没有哎、欸。顾老师，你很会哦、喔。什么都没有，你不行啊！你不行，皮弟交给你，我交给你。你真二一，一个都没有啊！我靠，靠腰啊！我们就要没了。不行了，不行了 ，PD 交给你，交给你。右边。停下。之后的数字是50。50。Bingo，Bingo， 碎。是呀。继续吧。我还差很多哎、欸，我这 Bingo 不了了。来准备啊，来准备啊。键决定数字37。我靠！干！有吧？有吗？没有。即将连线了。他叫我用这个声音帮你们加油。我两条了。哎、欸，我们就四个即将连线的。之后的数字是43。没有，我没有，我也没有，我没有43。
我一条都没有哎、欸，好惨哦、喔！上面只有三个洞哎、欸，为什么、啊？准备准备准备！键决定数字三十一，没有三十一我也没有啊！哎呀，没有。接着是完了，机会时段，现在提早一，哎，机会时段，右边的右边的，你比我要三十九，哇厉害！他是别队的，他是别队的。很漂亮，谢谢，谢谢。我没有三十。Bingo！ 又有人来到即将连线了。哦，我们这边，我们这边还是一个人。我差好多，我怎么赢？左边的队伍，请按下按键。紧张喽。数字，没有十六。之后的数字是。谁喊？你啊你啊！准备，按下按三十六。不是数字啊！不要再三十几的啦！有几个人已经达到两条即将连线了。三十六我也没有啊。接着是右边的队伍，不是数字，三十几那个已经一直中不了。之后的数字是16，我要16。二十九，二九我有，二九我有。继续吧，要逆转，逆转啊！左边的队伍要逆转，紧张哦！按键决定数字。之后的数字是18 ，bingo！ 有人达到即将。没事，我快冰了，我快冰了，我快冰了。我第一个快冰，然后我现在还没冰。接着是右边的队伍，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之后的数字是。你要一听就随便喊，没关系，喊十几让。看我们数字，看我们数字。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再喊一次。第一，21。有人达到即将连线了，我快了，快了 ，bingo！ 不要，不要，不要！来，跟着，跟着！好险，好险！好险，好险！我们是谁？谁喊？22，快点，22！哎，机会时段，快点，22给我，22！弟，22，弟弟！我也是22，我也要22！没有，快点 bingo， 不能喊了！停！等等，我这样，我这样！好，相信我的判断。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停！干！干！不客气，爆裂！相信你会输到脱裤。相信你。Hashtag 相信。Hashtag 不信。好，最后的游戏也结束了，来发表结果。一哭，哭了啦！所以画面不会很糊啊，画面应该还 OK 吧？还可以啦，画面就糊糊的，但是还 OK 吗？会非常糊吗？就720P 的样子。他跑掉了，没有，我在开盘。这样呢？这样有了吗？投票选出今天表现最好的玩家吗？哎呀，有了！好，投票时间开始。感谢威廉，哭了。MVP 谁？所谓表现最活跃，不只限于游戏里的表现，也可以我要给何老师的，我要给何老师 MVP。还可以哦，我要给鞋拿鞋，最多的人也许也是个好选择呢。对面的吧？怎么样？就算已经投过了，现在还可以改变主意哦。何老师女装哎，怎么就我跟菲菲？没有啊。没有，不要投我了，不要投我了。差不多要七十多。我买的是海啸 Luo Dance OPC Dance OPC Dance。没救了，没救了。那么来，好，没关系，我们下一把人数平均正式开赛，好不好？好。刚才那场只是暖身啊。MVP 是，不是一小时的暖身太累了吧？这位玩家。我就开，我就想等一下雨迪玩了那个深蹲跟运动，玩完他就说晚上不要动了。最后请问那个头大，超级累，超级累的。说不定我是深蹲天才。没有，你当时知道就知道了，你当时知道了，超级累。我这里话不是，哎，我们刚是少一个人。少一个没关系啊，他有那个补正啊。辛苦了。好，一样六十分的，是不是？要不要休息一下？可以啊，最后一场六十分最后一场。点数资，我们现在是十一比十一，是不是？点数资源 ，OK。快点数资源吗 ？OK。我知道了。
啊，不要选到那个飞镖就好了。队友选择是随便吗？随机啊，随机啊，随机好了。要切换到新的队伍吗？队友选择随机啊，还是要继续待随机就好了吧？队伍呢？还是要相同？真的吗？真的吗？那么现在就来为大家分组，你们要自己决定要跟谁组，还是要交给我决定呢？好，随机哦，随机随机随机，看你运气好不好。Everybody， 你没讲话，有吗？有声音吗？是几？有看到吗？啊，我又是绿队。哎、欸，他没看到，完了，他真的，不是，他是没声音。我的 DC 爆了。不是老皮没声音吗？对啊。DC 爆炸。他是不是在？没有讲话吧？有可能。因为我 DC 现在冒红格，他现在是5000。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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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刚才 DC 5000，啊怎么少一个？怎么少一个人？我们不分没关系、啊，没事没事，小七我来陪你啊。不是啊怎么少一个人？最强的都在这边了，最强在右边好不好？我们这边有卢开开赢定的了，我们这个狐狸耶，正宗王者。啊 ，PD 休息啊。谢谢 P 主播，最后临门一脚，我很红，帮我骄傲，也感谢 P D 反指标发挥东方神秘力量。神秘力量，阿比利嘞 ？P D 反指标，左边有妹子啊？有啊，左边很可爱，有啊、你们觉得吗？菲菲啊，你不觉得吗？啊、就正的呢。左边好像没有正的，胜出就能获得一分。我左边在上面。最先获得七分的队伍就能胜出。边去了。那么我们马上开始吧。来、啊，我们看七分口斗，什么东西？7-0。看我 DC 又爆炸了。哦，四台猎人。不要，我要玩深蹲。哎、欸，喂喂，皮弟没进来吗？你现在扫 QR code 可以进来。有啊有啊，我是可可头像啊。哦，那刚才为什么少一个、啊？不知道。刚刚有一个人去休息了，米鲁垮了。哇哇哇！我要休息了。哎、欸，赛猎人会拍照，所以要小心哦，不要拍到自己，对，不要露出哦，露到不然哪里野外露出哦，自己小心哦。裤子穿了，我现在把那个平板挡一下脸。今天不会再把你当成新人教育喽，接下来一天也好好努力吧。好，大家加油啊！你不要小心，我要怎么努？哎、欸，我怎么？你怎么？要等一下，还没开始呢。嗯，要加入加入的是哪位呢？你小心不要飞到尾巴、哦。对 ，OK。我好像跳出来了，不要露出。他那个拍照，他的相机中间会有对焦点，那个要对到颜色哦。可以重加游戏。扫 QR code。他说无法加入房间呢、欸。啊？你已经开始了，你可能下一层。你要等下一层。可恶啊！请使用智能手机报不参加的玩家，请为参加者。这样刚好是九对九吧？出发前先检查一下照相机吧。启动智能手机的照相机吧，太可惜了。照相机吧，照相机吧，允许啊，是干洗，准备好了吗？那就马上来练习摄影吧。好，加油。那个就是 train color 了，厉害的。在周围寻找同一种颜色，没差啦。然后拍下来看看吧。啊、拍颜色的意思吗？哦，我94分呐、啊！把圆圈的中心对准颜色，我好强啊！练习。刚是练习，我正前方有一个绿色。是用智能手机操作哦。草绿色，我赢定了！我跟你讲，我赢定了。我们就出发吧。话别说太早。这是第一回合的摄影。第一回合，加油！我靠！我有哎、欸！看看这个红色，我有。在20秒内拍照吧。那么开始，开始。赢定了，赢定了，赢定了。色，红色。欸、我这个我一定赢的。哇，这个好像不够。这个可以吗？赢定了，赢定了。这个有点菲菲的内裤，怎么输？看一下，怎么输？啊，小心哦，不要野外露出哦，再次警告哦。露出了，露出了，露出了裸体。最好的相片是哪一张呢？这颜色、啊、肯定太黑了，就希望不要太高分。菲菲22，哎、欸，不对吧？为什么？哎、欸，问我才十，为什么我才十？哎，才82分，可恶！太菜了，我第6名，太菜了，太菜了，
太菜了，红包啦！红包！哇！哇靠！这也可以？屁嘞！屁嘞！颜色差那么多，是坏掉了吧？快掉了啦！坏了啦！这色系坏了吧？橘色，橘色，橘色。接着是这个颜色，橘色我没有啊，刚刚一样。哇！那我没有橘色，完蛋。我要来无情工伤。我没有橘色，哦、我有哎、欸，可恶！错赛，错赛！我将送过去给你们，可以吗？没有，没有橘色了。我现在就去拿。我家没有这个颜色了，可恶！五分钟左右到。二，好，OK 了。来啊，赢了啊！看一下、啊。好，这一次谁拍的最好呢？怎么输？怎么输？怎么赢？怎么赢？怎么赢？最后一名西德，西德。哎，我才六十三分，我才六十九，怎么赢？老皮，怎么赢？怎么可能？我那个局很局哎、欸！哎，刚问我第五个，一定是我，哎，可恶！N 兔文法，哇，屁嘞，一定是茶棋，好扯哦，虾皮。哪里好？这拿起卫生纸啊！最后一个，可恶工伤，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加油！来一个正常的颜色吧，蓝色。藍色我的内裤颜色是这个颜色啦。那么，拍！我看一下。日文学起来。我家校草原了，等我。我不信这个不蓝。我就不信这个不蓝。我这个已经蓝到不能再蓝了。哇好难啊、不然我都这颜色好难找，深蓝我就去日本问。一，时间到了。这如果不蓝色，我就会全家提告。赢了，辛苦了，赢了啦！给我看看最后的相片吧。我一百分啊，怎么赢？我不信这个不蓝。99，我把党证拿出来。七的，哇，怎么讲？哎，怎么七十二分？子林，你好像很有把握呢。他这个才八十九，没问题啊！哎，我第一，哎，我第二干，这个颜色很正。哇，屁嘞，屁嘞，屁弟，快塞也可以，真不愧是你，谢谢你今天也用心工作，好扯哦，这个叫什么？要相信快塞啊！哎，我们赢嘞，最后我们总算赢了。没有我这样赢，哎，我第二名哎，第一战结束，对了，发表结果，不要停。第一战是右边的队伍胜出，拿水球砸他们头，耶，躺分。进行下一个游戏吧。来，左边选啊，左边选还是？拍卖啊，拍卖啊，开始，拍卖，拍卖。落后的队伍决定游戏，所以有请左边的队伍，觉得是时候了，就按下智能手机的按键吧。来啊，拍卖啊，可以按下按键。拜拜啊你等那个秘密拍卖的时候呢，你就按一下。对啊，对啊。哦，漂亮！来啊，来啊！小机会哦，小机懂按哦。来啊！那么我们开始吧。这是什么？ Everybody， 好玩的，好玩的，好玩的。怎么拍？这个就是秘密拍卖嘛。秘密拍卖是不知道对方的钱是不是？我不知道哎、欸。不然为什么是秘密拍卖？没玩过三呢、欸。哦不知道对方的钱啊，不清楚，没玩过。想要参加的人，请使用智能手机。哇，这样我们就真的要靠嘴胡烂了呢。对啊，请问可以场外射击吗？来宾进场，请系好你的领带。所以就是要盲猜，哎、欸，还一个人，还有 一个人，是不是？有啊，敢进来？今天要买，让我们说明一下本拍卖行的规则。柯老师进来了吧？我进来了，标上分数。Okay。这些分数代表着客人对商品期望的程度。为了达成这些期望，请尽量获得更高的分数。此外，商品的分数可能因队伍而异，也有可能是一样的。在判断如何处理每一件商品时，请先跟队员好好讨论再竞标吧。全部买下来就好了。没问题。好，请用。先确认一下，先确认一下分数哦。今天的商品只要 OK， 好，看好啊。好了，好了，这次我带了玫瑰铜铃眼来。这边懂了吧？他说确认商品是我要选一个，是不是？跟现实上法拍一样，就是不知道最后的价。对对对对对。
等一下第一个要抢哦，第一个分数很高。第一个六分诶，就你又还不知道第一个出什么？有啊，他有写啊，第一个已经写了。请使用自己的电脑。它下面有数字，有那个分数吗？一个有负的。你要记得看手机，手机可以打字，所以我们不一定要讲，我们用打字的。确认被分配到。哇，我怎么那么多钱？我也很多钱，少人钱当然多。啊，少人少人。啊，我拿了一千万诶。我可以拿一千，我拿一千一千万呢。我这边七亿耶。在本次的拍卖中。无法得知假的装，不知竞标竞标哦，哇，这是盲进哦，对，盲进。时间限制内，菲菲，那我要用我的玫瑰同一眼来看对方，懂了，大家记得看手机聊天室哦。各位，那你捅到谁的眼？客人的问题，好，加油吧，我用火眼金睛看对面的，好，那么手机来开始拍卖吧。他答案会跳，他答案会跳，等一下会有，对，批好音，这是没办法献给秦始皇的酒杯。加，好，加，加，可以，可以啊，加，我觉得不够，加到我觉得分配大概2500万差不多吧，我觉得不够哎，然后我们加3000。差不多了啦，三千了，差不多了。北京啊，来看看双方对千万，这么多干嘛啦？白痴哦、喔，太多了啦！哈哈哈哈哈！不要说，刚才谁一口气加500万？预算不会减，那才能加个500万。可是，请注意，即使我刚才看突然跳到500万去，也不会换算成分数。那么下一件好了，我觉得我们 all in 前三个商品怎么样？啊，可以啊！哦呦，这很帅哦，这个好，竞标竞标，这个标标，一次我就标了。电影导演用用看的扩音器，哎，那个 all 了，可以用分队的那只马的眼睛看吗？加，这个 all 这个标准。不错嘛，加了，跟他们拼了，我们就欧前三个，不要再加了，再来，再加，不要再加了，再来，对，我想对面加蛮多的，哦，我是欧赢了，不会玩，时间到，来看看双方队伍的竞标金额吧。哈哈哈哈哈！妈死，太多了啦！很高。那么下一件商品很高，就是在天台高。哎，你们要记得看手机上的聊天室呢。批好三句哦，这据说是史上最强的剑豪炫耀过的日本刀。All in 了 ，All in 了 ，All in 了 ，All in 了，全额，相信我，全额按下去，全额。认真，全额，对，全额，直接按全额。Together， 嗯，原来如此。看里面聊天室，快点，相信我。他们一定没有全额，按全额，真的按全额，按全额赢了。你的战术太明显了。按全额赢了，真的。按了。时间到。他们没钱。来看看双方队伍的竞标金额吧。碎啦！赢了！我们拿了三个，怎么输？今天的商品只剩下了两个，十八分哎。对啊，我们加起来快没有了，20分啦，怎么18分？二十分是 OK。要最后一个吗？下一件还有两件，我觉得还有两件。啊，加起来。All in， 这个 all in。这据说是拿破仑私藏的葡萄酒。All in了，不用省了 ，All in， 快点，那谁还没省啊？对，这是该不会乙提吧？是不是你还有钱？我说加，你也空了，对不对？对，空空如也。可以，再加，继续加，1800万，好，停，就这样，再来，我觉得加2000万啊，管他，两千万，你要2000万，干嘛丢进去啊？时间到，多啦，看看双方队伍的竞标金额吧。
五千一百万，五千，这是最后的商品。好，不用不用留钱，不用留钱 ，all in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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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in 了。这个是我们的维尼的，在远征时没尝到的蜂蜜，没尝到的蜂蜜 ，all in 了 ，all in 了 ，all in 了啦，全额按全额，萝卜，全额啦，全额钱不用留了，那谁没留钱呐？留钱啊！我们还有留两百万，还留不会生利息哦。这个带不走的钱，这应该都 all 了，都 all 了，都 all 了啦，这个 all 了，时间久不肯输了，可以啦，最后一回合还留钱不可能啦，真的耶，你觉得我们会赢吗？来看看双方队伍的竞标金额吧。可是我们竞标是三个，哎，我们竞标三个。队伍成交。四千九，五千九，五千一，四千九。那么现在宣布，所有商品的拍卖结束了。我们的玫瑰铜铃眼非常有用啊！真的，爱过眼不一样。那皮蒂要开到什么？酒杯，零分。两千万成交。扩音器。三分，日本刀扣分，两分六，他那个是要如果你买下来就会扣分，跌了，那我们分数不一样哎，对，分数不一样，两边分数不一样，分，哎，赢了，那个没抢下来，飙到八了，很险胜哎，为什么第一个是零呢？右边的队伍，耶，爽了，请为胜出的队伍拍手，那么期待阁下再次光临，爽了，舒服了。可是你们第一个真的下太多钱了，对吧？谁谁超扯，超扯。第一个有人一次来发表结果，对啊，右边的队伍连胜，右边的队伍一马当先，一马当先，吃我的水球。下一个游戏，谁？哎，左边按嘛。要怎么样了？那我们按了。左边的队伍决定游戏，代理拍卖啊！觉得是时候了，代理拍卖不要那个智能手机的按键吧。代理啊！接下来的游戏是来按啊！是啊是啊！谁按谁按？哎呦！这个啦！哎呦！又来！你们没有按到，不一样，这不一样的。他这个应该是可以看到金额的，对，可以看到。Switch， Switch， 这萝卜好好吃哦！拍卖。皮蒂想吃吗？欢迎各位买家莅临拍卖行。想要参加的，请使用智能手环。如果金额一样会怎样？金额一样啊，我不知道，没有金额一样过。平手吧，就是流标吧。你更标吧。什么？我穿两天没洗的内裤。想要参加的人，老皮穿两天没洗的内裤。左边有人没准备哦，左边。开始前，让我来说明一下本拍卖行的规则。好，每一件商品都有标上分数，这些分数代表着客人对商品期望的程度。好，为了达成这些期望，请尽量获得更高的分数。好，此外，商品的分数可能因队伍而异，好，也有可能是一样的。啊，那个茶壶拿来装奶茶，感觉很好喝哎、欸。对啊，请先跟印度拉茶嘛，对不对？包装那个纯白的那种，请用自己的智能手机确认今天的商品。确认一下，确认一下。我懂了，我懂了。哦，他能知道卖这么便宜、啊，懂了吧？懂了吧？确认了。明白，明白。全部拿吧 ，OK。对，没问题。每个都下2500万。好，此外，各队伍的总预算都是1亿元。这1亿元会平均分配给每位队员，请使用自己分到的预算对总共5件商品竞标吧。用剩的可以带回家吗？可以用自己的智能手机确认。我们就慢慢标了，慢慢标，慢慢标吧，十万十万加，我们十万十万加了。好了，各位，十万加油！我怎么被分的那么少？各位。我们都一样吧，都是1000万吧。一人一样，一人1000万了，因为你刚刚都花掉了。那么就来开始拍卖吧。好。批号一，这是想要让那个举世闻名的电影导演用用看的扩音器，加了吧。加。哎，对方不标哎，我们先压个两百差不多。OK OK，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
啊，不呀，看完等下会突然杀。他们看起来没有什么要加的意思啊。没差，他们不加我们就那个、啊，我们就赚到了、啊。不行不行，剩几秒。你有倒数吧？不行，他们会突然加，哎、欸，别了，好，再来。超过1500万了。他们很想要哎、欸，很想要啊、哦！不行，这是我不完蛋了，完蛋了！不行，一定要超过。超过2000万了。啊！不行，看一下。这个手机呀、啊！送你们！三分呢、欸，谢啦！干！哎、欸、等！哎、欸，不是送我们？好，送他们！三分送他们。这个金额不管对面出多少，我大脑可以吗？大家听到那个三二一，我们就按。好。还有人要出价吗？你就一次按100万。我1000万。那么时间到了。哎、欸，那、欸、怎么、欸、没有倒数啊？没倒数啊？这没有倒数。干！他不是有三二一啊？竞标失败的队伍完蛋，没买到这个负一分的东西耶、欸？怎么会这样？第二个要抢哦，第二个要抢。商品。好，你上个也是这么的。P 号二，这是莎士比亚写了三天就放弃了的日记本。超过1000万了。这个笑声是有趣的、哦、还是本的？好。没差，这样就好。拿下。他对方那么久，我没钱。哦，不行，哎、欸，要加一下，超过1500万，先加两千就好 ，OK， 两千万了，再点，不行，刚那个没两千五，这一定要拿下，再加三千，他里面有一本是死亡笔记本啊 ，OK， 可以，先涨，但不会拿到了，算了。接下来交给我。好，你 stand by， 我 stand by。好，送他们。送他们。OK， 送他们。他们花多少啊？哎、欸，他们刚才第一把花多少？2200，2300。等下给我，等下我按。啊。我有心电感应。他在说可以吗？再按一点。等，你 OK OK， 你大家就 OK， 等下交给你。你抓600，然后大家最后一秒再按。好，他说可以吗？然后就按。我按。OK OK， 再一点，没有，你要先加到60，你现在到70，然后再按，再按100万，狙击他。再按100万。再来。610，然后最后一秒再按一加100。好，620。哎、欸，对 ，OK， 六百五，再，七百，750，我没钱了，750，OK， 好，等一下、哦，好，他听他说准备好了吗？就按哦，好，再来 ，stand by， 五四，准备，加一百，啊干，这个捡到都没拿到。没钱了啦，负一分的没拿到，可恶！负一分的没拿到，炒到4000万，真的难过。就尽量谈高价。他们剩3000多万。一边跟队员商量，一边好好运用有限的预算吧。哦，后面都是我们的，他们没钱了。我们，我跟你讲，他们剩多少？他们剩3000多嘛，对不对？而已。OK。拿了吧。这据说是拿破仑私藏的葡萄酒。接下来等我们。好。500万。别，一千就好，一千就好。这样好。他没加。对。
拿破仑去家乐福买的贴标红酒，大开七千，3500，还有没有人要加的？那么时间到了，每个都3300，3300。哎，他们没钱了吗？为什么时间到了？好像因为他们没人标，是不是？好像没人标，他们没有出价。接下来都我们接下来我们400万，他们不到400万。我们说4000万，他们不到4000万，剩不到4000万啊！对他们剩不到4000万，所以我们接下来全部下4000万。好，下一件商品。OK， 全部下4000万了。好，全部下4000万嘛。4000万。你们家，我留后面。好，我来，我们就一千加，一千加。我先。超过1000万了。好，接下来是换下一个人，下一个人。先加2000好，先加2000。OK， 好了。我觉得加4000比较好。再加1000。是他们最后的波纹。对，他们最后的波纹。好了，可以了，不用了，这样子好，3600就好了。要4000最保险。4000没不用，等他们上来再说，等他们上来再说，他们没那么多钱啦、啊。埃及艳后用过的香水，有还有钱吗？不是有几张失败钱丢出来啊？左边还有钱吗？左边？我觉得再加，相信我，再加。哎，凑整数了，凑个4000，凑个4000了。游戏的高手啊！凑个4000，按下。好了，加两百，加两百，对，你加吧，谁加，一个人加就好了。这个金额你们加可以吗？好，撒狼，撒狼再加，不用了，他啊，再加一百，上去，对，好，再加 okay, 好，加到4000整就好了，四千整，再加，超过四千，好 ，OK， 他们没钱了，他们最多就这样子。爽了，哎呦，按得很快哦，跳得很快哦，贝贝一直跳，不可能，想买是吗？哎呦，3600，这是你们最多的钱了吗？剩几百万的吧，对，一两百万。对，应该剩3800一把。猜我们还有多少钱啊？我们这还有6800万了。那么时间到了，我知道你还有钱。右边的队伍成交。所以哦 ，all in 了，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实力，总金额啊 ，all in 了，这是里奥纳多·达维西曾经想要买的笔，全部按掉全额，欧了，那见识一下我们的财力，全额，超过2000，按全额，以及直接按全额，有了，我们还有1000万啊，我按超过4600万，聊这1000万是你的最后啊！我就跟你讲，这个加3分呐、啊。队伍如果要竞标，请在倒数结束前。1000万就是留在这里。如果不是要竞标，请在倒数结束。不会生利息。左边的队伍，放弃吧。这是最后了。右边的队伍成交。耶！耶！碎啦！那么现在宣布所有商品的拍卖结束了。我不知道一个都没下，还会出事哎、欸！我现在不知道你们都没钱呢、啊，我以为你们都还剩呢、啊。不然我们有钱。没有，你们10块10块压，我们起码能够抽到。第三个要刚刚大家全部都打字，根本没那样没压钱。等一下。哪有那不在不下的？哦，林远，第三个我们要抽的，一定要抽到，你消耗再多预算都没有用。今天比较可怕哦。期望的是右边的队伍抬高价格。他第三场零元那个真的对我们太爽。那他们下刚才不是、啊、不知道他们都没钱啊。你要按啊，不知道，因为我要偷最后、啊，就是要偷最后啊！来发表结果，因为我要偷最后，就是最后一秒钟压下去。我要拿球丢，因为你们都没有这个钱啊！有问题啊！错了，丢了球，那么我们进行下一个。哇，这边好高，好冷哦！真的，怎么又有拍卖啊？决定游戏拍卖，我怎么拍啊？现在就按下智能手机的按键拍卖。接下来的游戏是，不要按，三场拍卖太多了吧？
哎，你们生产的拍卖是怎样？黄金美瞳第三集。黄金美瞳。One, two, three, three. 竞速拍卖。这个速度比较快。不用急到最后，因为你的队友还会有钱。欢迎各位买家莅临拍卖行。想要参加的人，现在十对十啊。用智能手机报名。哎呀。各位准备好了吗？拍卖会找我过去应该是大赚特赚。请用自己的智能手机确认今天的商品及先确认价格。你提都没运动到哎、欸。对啊，他怎么都没深蹲？嗯。你全部都深蹲。等一下让他深蹲，一进来就不深蹲了。不要啦。等下让他拜拜啊。可以用自己的智能手机确认被狐狸拜拜预算有多少。哦。看好那个商品价格了，还有那个商品的点数了吧？有，我忘记了。有，等一下，等一下，直接 all in。各位，为了满足，最后一个很重要，请好好加油吧。哦，这个很重要，好，要多留点钱。前面还好，好就来开始拍卖吧。因为之前在日本看到很有趣的拍卖场，所以这次我们第一个不要超过2000万哦，就大概1500万上下就好了。好 ，OK， 我们不要1000吧。这是想要让那个举世闻名的电影导演用用看的扩音器。扩音器。好，阿托斯瓦阿皮婆用过了，欸、超过2000万了。超过2000万了。又要拍卖一些天价没人要的东西。达文西的那个笔看起来就比文具店的文房四宝还难用的。再来，再来，再来。超过2500万了。没有了吗？好嘲讽那个音效，没有了吗？好了吗？哎哎哎哎哎，钱钱钱，控制一下，控制一下。好了好了。没有了吗？好，超过3500万了。等一下，你们不要按那么多啦。Stop stop。没有了吗 ？Stop 了 ，Stop 了，你按那么多干嘛，男神？怎么样？好了吗？可以吗？好了，有点像美牙，可以吗？没有了吗？怎么样？用到60吧，用60，我们加100，直接杀上去。没有人吗？好，好，没事，60，对对对对对。你要玩心理战，可以不要用对面用过的方法吗？右边的队伍成交。不是，为什么按那么贵啦？按那么高干嘛？你们还有钱吗？还有钱吗，大哥？4000万。这是里奥纳多·达文西曾经想要买的笔。按那么高干嘛啦？到底如何？里奥纳多皮卡丘，他们就没有那个商品哦。好，超过1000万了，没有人吗？就这样吗？可以吗？好了吗？没有人吗？好了吗？可以吗？好了吗？怎么样？好了吗？怎么样？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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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好，超过1000万。逼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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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他们拉高一点，逼他们花多点钱。再来，再来，再来。他们很想要。你直接加2500，直接加2500。可以吗？你直接加2500。没有人吗？没有。他们想要，他们想要。超过2000万了。没有人吗？没有了吗？没关系，没关系。这个要把他们炒，这要炒到3000万以上，这要炒到3000万以上。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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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OK， 好好好。好 ，OK，OK，、okay, 好好好。没有了吗？而且没死，死你想要，想要，想要骗。没有。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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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来啊！3000万，3000万，3000万，你压3000万，没关系，你就是，反正他们很想要这商品，他们一定想要。好。再来。不敢超过3000万。可以吗？再来再来再来 ，all in，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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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好，超过3500万了。all in 了 ，all in 了。给他 all in， 给他 all in。来，可以吗？没有人吗？再来再来 ，all in，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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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来来，给你 all， 给你 all。来 ，all in。怎么样？来，不要再加了，给你 all。没有人吗？来，给你 all。啊，看你有多少钱。右边的队伍成交。干白痴哦！来，你有多少钱？盘子，你先当盘子了。P 号三，没盘了啦。没办法献给秦始皇的酒杯。没办法献给秦始皇。
all in， all in，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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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in， 全 all in 了，我们全 all in， 全 all in， 全 all in。我们钱多吗？我们 all in 啊！不是，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右边全部人 al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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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万，真的全部人 all in， 相信我，全部人哦，全部人 all in， 全部人 all in。不是全下了，全下了，不要留钱了，不要留钱，全下，全下。左边的队伍不是啊，哎、欸，谁啦？到底是哦，没下了，谁留那一千万啊？你留了钱干嘛啦？全下了啦，有的没有用、啊。他们最多3000万哦、喔，全下，全下，全下，你要逼他们钱，全下，全下。闻名世界的那个四人乐队也憧憬着的假发。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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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下。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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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怎么样？全下，全下，全下，跟着他们就好，跟着他们就好。钱钱不用留了，钱真的不用留了，不用留，不用留。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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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停停停停停停停。好了吗？不用跟了啦。可以。再来，再来，再来，全下，全下，全下。这个买下来，我猜是他们高分了。不是，我猜他们高分。全下，全下，全下。已经全下 all in 了， all in 了啦， all in， 不要留钱，不要留钱，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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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我们减一分，他们减三分啊！你要想这个问题哦。好了吗？对。没有。快快快快！不要留了，不要留，左边的队伍成功。呀，都 O 了，全部 O 了，来看谁钱多。All in， all in， all in。完了完了，前面第一个花太多钱了。就没再被使用的煤油灯。好，到底如何呢？这是艾尔登。五百万。全下，全下。好，超过2500万。全下，全下，没不用留钱了，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没钱了啦，不会局了，全下了，全下，全下了，超过5000万了，青春不留白，比我多吗？左边的队伍成功，没钱了，完了。那么现在宣布，所有商品的拍卖结束了，我们钱交易方式哎，怎么办？结果，我实在看不太懂。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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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难打头！难打头啊！走！哎呀！哎呦！哎呀！为什么？有？没有啊？那就第二钱多是不是？钱好多，钱很多嘛！抢啊！有个东西没抢到啊！右边的队是有东西没抢到哦！谢谢啦！谢谢啦！期待逆转的再次光临。负的也抢了。哈哈哈哈哈！我们是不是输不了啊？我们输不了哎，有点强哎！你就是第二个没抢到啊，大哥们！哇，高处不胜寒呐、啊！是机会时刻，苦战中的左边的队伍机会来了，抓紧机会，抽一张卡牌吧！不要给他们提示，不要给他们提示。抽卡的是这位玩家。选下面的。请代表队伍选一张卡吧。闭着眼睛选一个啦。闭着眼睛选一个。你到前面来吗？嗯 ，DK 决定吧。确认好抽卡之后，是我就选。请按下按键。你要决定，你要按哪一个？这一次的机会卡牌是。随便，这些按哪？随便，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今日之后再无朋友。不要讲，不要讲，都不要讲。随便按的，用 Joycon 选择要抽的卡牌。哪一个？对手队伍可以看到卡牌的内容，说不定可以从他们的表情。哪一个？哪一个？中间，中间，中间啊。右边也可以。中间啊 DK 不是 DK 哪一个 DK 哪一个右边右边右边还是左边右边右边啊右右中中左边的队伍所选择的卡牌是这个出现了看到左边的队伍在风向成功了左边的队伍展示了自己的好运气我写手快做了去，可恶！那么我们就开始下一个游戏吧。我以为你问我说左中间的。由于现在是同分，由刚才的游戏中输了的左边队伍，觉得是时候了，就按下智能手机的按键吧。该深蹲了吧？接下来的游戏是该深蹲的。该深蹲了吧？我觉得要测一下你们尝试。深蹲啊！你提呀。相反深蹲，就是他说快蹲下，你就不要蹲下；他说别快蹲下，或者别蹲下，你就要蹲下。脑力深蹲相反，对，相反哦，相反哦。
好了，各位，我好累哦。来，各位，请起立。今天全体肃立。深蹲的规则反过来了，我想听好了。听到快蹲下的话，就不要蹲下；听到快别蹲下的话，就蹲下。听到吗 ？OK。他叫你蹲下的时候，快别蹲下就要蹲下啊。那么，请想要参加的玩家报名吧。喊出来就对了。大家不能讲话，我怕会听不到。对，大家讲话，要开始了。讲话，来各位，请起立，请起立，全体起立。正常的玩家可以继续坐下，没关系，尽量伸直背部就可以了。好的，那先来热热身吧。好，小心不要撞到周围，尽量伸直双臂吧。好，双手牢好，不要违背智能手机。刚好，进行深蹲吧。坐着的人，请确实的举高或放下手臂。有了，有了。重复几次看看吧，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哎，还有人没有成功，一题一题，完蛋！有，我成功了。那么正式开始，偷懒。好，仔细听哦，大家先不要讲话哦。一题是不是坐椅子上？面向对方，别说话了。开始，快蹲下，快别蹲下，快别蹲下，快别蹲下，快蹲下，快蹲下，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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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下。快蹲下！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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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下！快蹲下！快蹲下！快别蹲下！好，先休息一下吧。啊，好累，好想听喊的。看看目前身在成绩优异者吧。啊，好累，看我多大。我脚开断了。感觉不错，最后感觉还可以更上一层楼。脚好弱啊，十八。哎，什么？哎，马上很累。很累耶，一题是听反了，一题你没有，你连前八都没进，再一次要完了，面向对方，来了准备哦，快别蹲下，开始，快别蹲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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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蹲下，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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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下，快蹲下，快别蹲下，快别蹲下，快蹲下，快蹲下，快蹲下。快别蹲下！快别蹲下！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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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蹲下！快别蹲下！快蹲下！快别蹲下！干，我做错了！结束了，完了！做的特别累的是，怎么累啊？你皮是不是坐相反？好不，好不，做的好。好累哦！哎，猜一次，猜一次啊！妈，冠军是谁啦 ？DK， 耳声。我跟你讲，我后面完全没失误。你们这些人，我失误了。那失误会扣分吧？我感觉我过。DK， 哦，凯凯好猛啊！好猛啊！好累哦。超厉害的。好累，超累，超累。凯凯多少积分？积分你发表结果。右边的队伍状态绝佳，一直连胜，一直连胜，没输过哎、欸！你们的分数只能从我们这边拿。对啊，哎、欸，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体育班的，臭小子，我们这边需要点音乐椅啊，敢不敢？音乐椅，来啊！大你哦，来啊！现在了，就按下智能手机的按键吧。音乐椅啊！接下来的游戏是。好厉的。哎、欸，你要确定你有脑力吗？好，我们开始吧。脑力，我没玩过，这怎么玩？看图案，选对或错。图像测验，好。好累啊！欢迎来到图像测验。怎么那么累？想要参加的玩家，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那不要选错哦，不要贪快选错，选错会扣分，首先会变战犯哦。试着按下 A 及 B 键。A 及 B 键。对。选慢没关系啦，选慢没关系。现在照片跟图画。很简单吧？哦。对对对。尽快把它选出来吧。不要赌哦，不要赌。不是都你在赌，不是你在赌。我没有赌，绝对不会赌。你这个烂赌来干什么？我不会赌。啊，是不要乱。第一题，你只是猜，我懂。哪个是？
苹果。我靠哟！啊！我选错，怎么办？怎么又选？怎么选到樱桃是不是？你是不是 Cherry Baby？ 怎么办？我选对了哎、欸，怎么办？耶！耶！哎 ！No！ 耶、yeah. ！靠靠！哎、欸，有，大家都有。可恶！上壶太久了。你们是不是老人啊？老人。花两秒。哪个在森林里面？二。还差一道。有按到。哇，这个问题。真的啊，错了。想了一下。不是，两个是第一，这题对那个瞎子也是件很不公平啊。哎呦。有机会吗？进入状况了，真的有。No！ 啊，有错了，在后面。你老了吗？其实我们，我们有两个答错仔。完了，柯老师比齐德还惨。哎，可怜呐、啊，可怜呐、啊。是最后一道题目，一个是老，一个是两倍。这道题目的分数会变成两倍，所以请好好努力到最后吧。扣两倍而已，你的唯一反击机会在这边。好了。雏菊，哎，雏菊是哪一个？我告诉你，雏菊。干，我听习德说靠背完了。靠分呐！我的雏菊变向日葵了。你的雏菊被弄成向日葵了。在哪边？这雏菊是不是有点大？好大！完了。怕不呀？扣分！这群体育班的，可恶！刚刚谁说分数只能从他们那边拿的？请为上述的队伍鼓掌！我的秩序变向日葵了，我让你们拿的。你的小雏菊怎么有点大？是被挖到的。看来你们真的是体育班。来发表结果。被追上了。这样就成分了。交代殊死战了，现在。PK 啦，下一个游戏来啦，音乐椅啦，深蹲啊，我总在深蹲。干又要体育，由于是热彩猎人啊，热彩猎人，我装错了，热彩猎人的啦。啊，觉得是时候了，就按下智能手机的按键吧，谁都可以按下按键。接下来的游戏是，好，我来。哎，谁按的？哦，咋了？按的。哎呦，优秀，优秀，优秀。没事啊，你优秀，你按到了。我们开始吧。啊，我先穿衣服。我内裤刚洗完。我脱一下裤子。好，不要拍怪怪的东西，拜托。没有，太热了，脱个裤子吧。欢迎来到编辑部，今天也来追踪最新的工商猎人。有哪个品牌要自入呢？来。来了，我先找一下颜色。是哪位呢？我先把常见的颜色给拿出来。你提前找应该。哎，负一，谁？没关系，我有色卡纸，我直接把色卡纸拿出来。右边谁？快点！右边。阿罗。出发前，你提前检查一下照相机吧。我打着按呢。还有按啊，还有按啊。智能手机的照相机吧。请准备照相机吧。准备完。照相机吧。相机启动。哎，我已经准备好了。谁右边啦、啊？谁？有了。谁呀？准备好了吧？那就马上来练习摄影吧。工商猎人。那个就要穿插了啦。又是昂包。在周围寻找同一种颜色，然后拍下来看看。我先把红包拿出来。把圆圈的中心对准颜色。94分嘞、欸。95分。76分。19分。在练习。感觉不错，那我们就出发。这个安排还不错。这是第一回合的摄影。第一回合。往后。哇塞，这个怎么又是绿色？先看看这个圈开了。那个，哎，姐夫你在哪里？姐夫，我的帽子嘞？我的姐夫嘞？我找到！可以，我已经，我也找到了。绿的东西拿出来了，希望可以上。我没有，希望可以的。啊，这个好像不够绿。三、二、一，时间到了。赢了。如果我的相片是哪一张？我要改老皮。啊？赢了。
没有，如果我赢的话，我要感谢你。为什么？你看就知道，看就看我可不可以赢。什么？你把衣柜的姐夫拿出来了？好像才五十九。我才十七。我才八十。你为什么还没到我？够绿了。啊，没有。哎呦！啊、怎么会又有你呀、啊？好扯、啊！哎呦，现实哦，什么鬼啊？扯屁的！为什么飞龙？飞子青龙卫生纸，这有绿吗？全龙卫生纸，电脑旁边怎么会有面线？骗人啊！哇，是粉红色，谁有这种东西啊？只有我只有粉红色的。哎，跟你讲这个不粉我就开始。等一下，粉红色。嗯、抱歉，我跟你海中一就算粉色吗？哎、欸，我的，看、啊、我照相机怪怪的，我家没这种颜色啊！那不是，哦，颜色怎么可能？菲菲，你的衣橱就是了吧？应该不肯，应该不肯这样会，这种瞳孔很难找哎、欸。好像开始不会上照片吧？这一次不是我刚上相机看是黑色的。五哥的 Discord 图案是粉色的，嗯，对啊，杨红很难找哎、欸，对啊，我一模一样的颜色，给我拍的那一排不就是？哎、欸，怎么有人未拍照？你不是因为我刚刚那个有人拍的还没分，我拍的没有分数，不知道为什么，那照相机怪怪的，为什么好烂哦、啊？再来，七十一，诅咒的相机，屁嘞，这样也可以。三扯了吧？哇，有帅，男神很帅哦！没有想到，这样，帅帅帅！哇，这哪里找啊？最后是这个颜色，那么开始。哈哈，看这不一样，好吧？怪怪的，老师笑我错过，这好像差一点，这个应该可以吧？哇，应该可以。怎么了，何老师？怎么了，何老师？为什么那么开心？太难了，可惜，看我的相机，辛苦了，相机怪怪的，坏，怎样完蛋了？我拍到，你是有拍到还没拍到？我没拜托，拜托，拜托，要不要重整你的页面？你是拜托要赢还是要输？还是你不小心拍到怪怪的？你露出了，你露出，我马上把花瓶切掉。你是露出了吗？你露出了吗？对对对，我对对对，切掉。啊，没有没有没有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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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上榜没有上榜，我的天，没有没有没有。哦哇哦！小鸡怎么用这个东西？美品，美品，高智笔，狗啥呀？工作做得很好，差一点露出啊，一败了，小心哦、喔，五赢不了，没有，五赢不了，因为你刚才讲说露出，我就马上把它切掉了，你不用担心了。发表结果，右边的队伍领先一步，没事没事，我的工伤没有露出、啊，差一点就有人要毕业了。要小心啊！要小心，色彩恋人小心啊！妖符，妖符啦，妖符了啦！你都没用啊，妖符了！这个议题玩一下。Hello， 妖符 ，Hello， 妖符。哈哈哈！对呀，哎，你手机要抓好啊！抓好哦！昨天有人手机飞出去哦。我们开始吧！我昨天飞出去一个，哇，飞出去可以换新手机了。跟你说，很喘哦。没有，他缺一脚而已。嗯，这个会很酷。先听规则，先听规则，先听规则。好，跟外星人通讯。啊，通讯了。起立吧！起立！起立！请各位起立。请用诸君起立。谁那么远呢、啊？起立的很远呢、欸。何老师，我会用我自己的节奏稳啦，传递祈祷吧，跟上我的动作。手指按在那两个点上啊、哦，是要手举起来的意思吗？对对，手要举起来，而且你要看他动作，他人的动作怎样，你要这样做。感谢天神，哦，有了有了，传递出去。这个是左右的，哦。好了，有了有了有了，我 OK。
对，拇指按好、哦，要按好，不要摔出去哦。好，左边输定了，左边输定了，右边输定了，左右左右，上下继续。来了来了来了，预备预备，来，不累死人吧？上去了，啊，好，别动作大一点，动作大一点，一提偷懒，一提不要偷懒，一提不要偷懒，一提。陆凯，加油！兄弟们，加油！加油！哎，分分。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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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死敌夹住，哈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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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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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加油啊，三叶！不干！耶！好累啊！干累死！骑着这一头大神，我根本听不到呼喊。你这一队是不是平均不太行？好累哦，四三八不错啊，才三十八而已哦，耶，已经变了。四看 DK， 看 DK 干嘛 ？DK 混哦，到了，你怕是何老师？哎，我老师在鬼混啊！我尽力了，一直在鬼混。右边的队伍领先两分，好累啊！我去看看下一个游戏。哎呀，抢椅子啊！要按得到哎。不要按照那个忍者哦，不要按忍者哦。决定游戏，不要觉得是时候了，就按下智能手机的按键吧。接下来的游戏是，可能会累死的。啊，这个啦，尝试，尝试，这个啦。哦，烧酸啊！我们开始吧。Everybody， 我连脚都跑了。对啊。我拿不起手机了，怎么办？快速尝试测验。我手在抖，比抱小孩累。是何老师的弱项。你什么意思？我尝试还 OK 啊？是吗？尝试还 OK， 不要讲 OK， 等下就出事。猜的。这看我们资优班的啦。首先，请先看一下。这场就靠我了。资源班的是吗？不，正面体育班。正面体育班。接下来出现的题目有对的，也有错的。啊，尽快选出答案。不是，等一下提保证，为什么我们刚会输？两秒以内回答的话，可以获得分数奖励哦。OK。那么，请各位好好加油吧。两秒太快了。第一题，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手，来自世界各地。啊，靠北。哦，他这题目好，我想说，靠背，为什么有人靠背？那是你们左边在靠背，应该还好。谢谢。哇靠！你们反应这么快啊？完了，我的反射弧好像有点长。你们反射？那脾气都比我还慢。哎，你怎么四秒一？不行啊，我们这组老人组到底是怎么样？你是不是老人？你是不是老人？雷猴怎么选错？刚想按的时候，左手一失力就被人按到叉了。网球比足球小。好不，完球完了，完蛋了，听到了。你看，网球比足球强，都能按错。网球比足球强，一堆老人，一拳啊！我突然，我突然，前六名全部都是红队的。
感谢感谢 JK 感谢。哦，我刚刚也是动了，老师哦。哎，弟弟哟，我的德老师哦，扣八十九分呐、啊。我按错，你在乱猜啊。接下来是最后一题了。这道题目的分数会来、啊、先不要讲话，先听题目，先听。请好好努力到最后吧。来喽。要安全走过马路。过马路后再看左右。啊干！他干嘛？不是马路是安全的。错更多。过马路气氛都好。对不起。没问题。我前面没弄完。干！我们怎么全错？为什么全错？你都过那么多啊！哎哎哎哎哎！哎规定，不是你们这群体保生，你们是怎样？我们都是残跑啊！双倍五鼓掌，平手耶，没事。你咕哩咕的翻天，我为我们台湾未来的交通安全。难怪台湾交通那么可怕。没有，你这是什么？你们这是什么大牢条款的？对不对？现在已经大牢条款了，已经修法了，所以你们可以在那个方法线上玩。如果下一次是三高，我现在要不要再护航？一大堆三宝。哇，现在想加两分哦。那么没救了。下一个游戏要抢了。来啊，音乐椅啊，音乐啊，夜三不屯，夜三不屯，夜三不屯，不屯，不屯，觉得是时候了，就马上。不屯超级累的，这怎么玩？那个站起来跑，你要站起来跑。啊，站起来，那超级。哎，小鸡哦，小鸡，我按木头人啊，全部按不参加，全部按不参加，全部按不参加，啊，小酷，由于上一个游戏是平手，胜者就能获得两分。不会啦，不会。开始吧 ，Everybody。你有刚才是因为有，刚才是有差一个人，人数有差。忍术修行，刀之篇，妖之篇。那么，开始不参加要注意哦。这是分成两组，学习用日本刀摊开手里剑的修行。哦哟，哦哟耶！不要太快啊！有的，不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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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左边的队伍似乎没有可以参加的人。所以就由右边的队伍胜出。哎、欸，是不是？啊，是啊，会加两分啊。什么？这么好？最后的游戏也结束了。啊，没有，全部没有。为什么是右边？右边的队伍获得两分。为什么？为什么获得两分？因为我们分数比较高、啊。没有，绝对不是。找代表，然后打他们对面还是？这一次的不行啦，等一下，直接开那个。好，我们大家猜。单场是不是？单场决胜负啊！单场决胜负，好了，单场我们输一场，我们也不会输啊。大家一起投票，单场两胜啊，单场三胜 MVP 吧。我要选我自己。智能手机投票选出今天表现最活跃的玩家吧。我觉得我出蛮多力。投票时间，是啊，我好累，扣分方八九分，一分我要给凯凯。所谓表现最活跃，不只限于游戏里的表现，我怎么知道最底下？笑容等再来，我要给菲菲底下，我要给 DK 那个零分，笑得最甜，也许也是个好选择呢。那你好像是把头帅公审嘞。菲菲打就算已经投过了，现在还可以改变主意哦。笑了，没事。你提菜闹出给 MVP 啊，那给那么差不多要停止投票了。我给小鸡啊，我给灰灰，他跟你提了刚扣那个一百多分的，我也来投一票好了。啊，那么来发表结果吧。他也会投票，应该是同分吧，同分的关系吧。这次的 MVP 是这位玩家，为什么是我？请为 MVP 拍手，耶！木白麦坤，最后请为努力啪啪啪啪啪鼓掌。谢谢。好累啊！不白麦坤，可爱。比较喜欢后面那一个。后面还有米玉，我有故意这样放的。
哦，注意哦。旁边还特别周，对，旁边还特别周。辛苦了。我们玩那个吧，单场的吧，然后我们单场三，三下两胜是不是？可是我们这样赢一把我们就赢了。对，你们家赢一把就赢了，这样。要玩木头人是吗？好，又是木头人了，来啊。那队伍不能换。第一个。对，队伍不会换，队伍不会换。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问题。来哦。你们惨的。我没玩过。先看，先听规则，先听规则。嗯。想要参加的玩家，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来。啊！有人动了。还有一个。啊！有人动了。不要吵了，请大家站起来，站起来，双手左右左右，手机在原地踏步吧。站起来了吗？啊，谁还没站起来？腿要抬起来，腿要抬起来。我站起来了。拿着智能手机，右边的队伍需要这个人数，左边的队伍需要这个人数，抵达终点吧。好，加油。那么。开始吧！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打，有人中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中了！干嘛？到底行不行？啊，卡住了！没有，没卡住，就没卡住！你不要乱动！他在骗人，他在骗人！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中了！一啊，有人！有人到了、哦、有人到了一二三不同人，一二三不同人，啊，有人到了，一二三不同人，哦，有人到了，这很难，我看有乙提一直回中，一直回起点，啊，卡住了啦，有人到了，不要乱动，不要乱动，啊，卡住等一下，卡住！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不是，这是小孩子干嘛？啊，有人中了！啊啊！一二，我快不行了！啊！哦，有人中了！不要！有人中了！你不要！啊！我不会动的。不要出老千！干！啊！不要！我差一点！啊！吓死我！干！哈哈哈！干！一、二、三，不同人！好啊！哦，有人动了！啊！好累啊！个贱人，快啊！好赚！差点了！不同人。啊、有人不能打我那个死小孩！傻狼一直动。哎，有人动了！我赢了！我被压了！我闯完了！我要回家了！三次老师，你手机不要放，你手机不要放。木头人，啊，有人动了！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动了！哇，好累，过了。哇，好喘哦，我还不行呢。冲！时间到了，他要回家了啦！好难哦！啊，有人动了，你知道吗？一股啊！小孩，我快死了，你知道吗？他怎么办？怎么办？没有分数啊！音乐椅吗？音乐椅啊！音乐椅，太小了呀！妈的！哎呦！不是，我已经很喘了，不要，大哥不要再玩这种鬼东西啊！我很累啊！来啊，来啊！这个比较优牌嘞，这个怎么玩？大风是大风吹吧？大风吹，大风吹。要停音乐，又要站起来哦！站起来，然后时间到的时候要马上蹲下，转圈圈。对，你要站起来转圈圈。不用了，不用了，我戴耳机。站起来吧，让我吹一下。大家围成圈，小心不要撞到对方。手机快没电了。好，充电器不会插着，还要装尿袋的。然后等下就是他音乐停的时候，就马上蹲下。用双手拿着智能手机。OK 吧？我今天应该会很老实。逆时针绕圈。
好，加油，各位，走吧。对，力往左。坐下。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按两只放开再按下去。没有没有没有，坐下就是蹲下，就你就蹲下就好了。坐下，坐下吧。坐下来。直接坐下就好了。对啊。啊。哦，好，坐下来就不要动。坐下来就不要动。啊，有人动了。谁啊？躺虫子。OK， 可以站起来了。躺虫子上。来，站起来了。正式开始了。第一回合，这是被淘汰的人数。哇哦，四个人，加油加油！开始。没有，你不用转啊，兄弟。哎，坐下。OK， 那么来公布结果。谁？首先是淘汰的人。哇，肯定不是我。哇，肯定是。啊，有人动了！啊，有人动了！有人动了！你们这些，你们这体育班的同学，你们干嘛呢？我手机打印好像坏掉了。太坏坏的了。对啊。还有小鸡。哇，零点九一，小鸡有点强哎、欸，好扯，是不是很累啊，小鸡？我第一次又挂掉了，我现在讲话有声音吗？有啊，有声音，有啊。好，请站起来。淘汰的人数。好，全体出力。会淘汰七个人哦，自己注意哦。音乐开始。期待我可以坐的好舒服、哦。看、啊、你这个贱人，你不要这样的话。坐下。OK。那么来，太快了吧！结果我抽到手了，抽到手，一题，有人动了，我输了，被淘汰了，哇，我们被淘汰光了，剩下我一个了，我们淘汰小鸡，好扯，小鸡，小鸡，我怀疑你是坐着，不，我敲到手哦。小鸡，我靠你啊，小鸡！哎、欸，你不能拉着凯凯呢。淘汰的人数。你拉凯凯对不对？音乐开始。可以做了。没有吧？那轮番啦。动下了。哎，有人动了。快蹲下！不要蹲下。快蹲下！OK， 那么来公布结果。哎、欸，我蹲下，我蹲下，他大概过一段时间，他才跳、欸。哎，你要完全平下才可以。哦、啊，完全平下。靠腰。这样子，有人动了。兄弟，鼻涕靠你了，修理他。鼻涕只有我一个了。小鸡，你好扯。靠你了，鼻涕。好人组的，完蛋了。这是被淘汰的人数。加油，皮皮。我转一圈就对了。然后两个淘汰掉。音乐开始。体育班的加油。啊，不是体育班的。拉。太快了。Okay, 来公布最终。太快了，来不及。哦。啊。哎、啊，有人动了，是不是全部？哦。小弟。哎，年次了，0.91，怎么样？好扯。我靠。小剑快哦！太扯了！第一，差一点，电音拉很高了，快速坐下了，就还不行哎、欸。对啊，坐下就不能动了、啊，你就会晃。因为你坐下去，那哎、欸，所以你们还在赢两场还是一场？还在赢两场，你们再赢两场，一场他们就赢了。第十七啊，那跟我第十七，第十七啊！我靠，这个。现在是平分哦，就是现在抢分的。现在平手，现在平手。那、啊、这该不会还要动个？小鸡就是翻手机就好了。下座。啊，请先用自己的智能手机报名。对，这不用站起来，不用那么累就好了。只需要按个按键，应该可以吧？我现在人超级喘的，你知道吗？还没喘完。欸、可以干扰吗？还是不是？哎、欸，我知道，来，大家跟我一起哦。干扰这块上等的肉吧。哎，手机又洗。到了这个时间，十秒钟要把那个把东西翻过来，这样子还蛮容易的啦。好了，开始。三、四、五、六、七、八、
就十，应该有吧？结束，那我方便他没有，他没有 OK 啊。剪出美丽的胶合色了吗？你还是甩一下好了，你还是甩一下。要甩一下是不是，那个我方便他没。各位有成功做好了吗？好像要甩吧，感应器怪怪的。对对对，方便他没有提。零高登就说太深了，1.8秒。哦呦，很强哎、欸。怎么一堆？哦呦哦呦，哎、欸，好扯啊、哦！右边队伍的你很有才华吗？等下血土是谁？为什么？哎、欸，等一下，为什么多两个？没有，我刚才数的时候把 DC 语音关掉了，我把 DC 语音关掉。接着来准备半碟的蔬菜吧，要好好均衡饮食，摄取蔬菜呢。血兔也进入了，是不是？好，差不多煮熟了，到了这个时间就把它取出来。OK， 我现在把 DC 语音关，他们听不到。准备。对啊，我刚才是关了。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哇，好像有点快。呀咪呀咪。哇，我感应器也坏了。哇，好像有点快哎、欸，糟糕！我刚刚狂抖，他都没有 OK。你要拉很，要拉很大力，要拉很大力。那么，我已经很大力了。没有，你就甩，你就往后甩就好了。加油，我就甩过去。亚米，不会啦，一提。哎，怎么那么完了？绿色的比较多哦。完了，哦，不会啦，哦，皮弟好男人，帅哦，皮弟。兄弟齐心，200公斤，哇，三小兄弟齐心。哎，加是加的话是慢嘛，对，加是慢。又好吃的状态，到了这个时间，就打开盖子吧。打开盖子，各位准备好了吗 ？OK， 好，准备好了。准备往上哦，打开盖往上。一。最后的步骤非常重要，得分是两倍哦。七、八、九、十、十一。哎，超回答，超不先，我应该有吧？我的超回答 ，OK， 有了吧，有了吧？我的超回答，我的厉害。最后是好像慢了一点，完了，怪怪的，不能提早吧？两秒。哇，这直接到0.几秒了，战斗了，好扯！完了，完了！哇，赢了！欧乙提0.1秒，我的妈！他们还有加分呢、啊，他们还有加一分呢、啊，碎啦！碎啦！师傅，因为雪兔，谢谢。What the fuck？ 雪兔 is coming， 你们多一个人啊，当然分数比较高啊。可恶！干杯！对啊。谢谢雪兔，谢谢。可恶！雪兔总不讲话。结束。赢了，赢了吗？你们赢的吧？你们赢的。我们盖没多场，没有啊？对啊，盖呀。一五啊？没，因为盖没加分嘛，所以我们还要再一场啊。四台六。哦，对，盖有一个是平手哈。那不要再 UFO 了。那你们要玩什么？这个才是。王复仇，色彩猎人。色彩猎人吗？好啊，可是乙提要小心哦。好，我会。万一真的不行，马上就喊哦，我马上把画面切掉。还是乙提戴面具这样子。不行啊，不行不行！你万一真的不行，马上喊我，马上切画面哦，真的哦。好，万一野外露出，赶快马上。没问题，今天不会再把你当成新人教育喽。接下来一天，你也好好努力吧。我们不是新人，我已经成废人了。最终战，我的手都快断了。好，最终战哦。来吧，Final。要同行拍摄的是哪位？加入了，加入 Hunter。哦，雪兔真的是。先检查一下照相机吧。照相机吧。启动照相机吧。雪兔，打开你的照相机。启动照相机。里面等过。相机启动。这时候聊天室也很抖，因为他们的赌盘到底是会输还是会赢。天台已经双方人马。老哥，原来有赌盘啊！有赌盘，有赌盘。你们怎么有一个？我会赢的，我会赢的。哎，我们为什么少一个？哎，谁？啊，有了，好了，马上来练习摄影吧。不要累。哇，这个好，这个又是紫色，这个全卡了。寻找同一种颜色，然后拍下来看看吧。
84分，可恶！哇，把圆圈的中心对准颜色再拍摄。我靠，再来70分，可惜麻烦昨天吃完了，不然的话就可以拍了。24分，是用智能手机操作哦。啊，感觉不错，那我们就出发吧。好，好哦。这是第一回合的摄影。好。不要再来解封了！我靠，这哇，黄色的圈开了吧？这个黄也太黄了吧！在20秒内拍照吧。那么开始。应该可以的，这个黄不好说。啊啊！那我有另外一个更好的黄。OK 了。泛黄内裤拿出来，泛黄的内裤吗？不够黄吧？那个那也太黄了。我拍的何老师的内心啊，绝对黄。我相信洗的会很黄。哇哦哦！54拿了50几分，我靠！我们分数比较高哦，有机会哦。哎，可恶！哦哟，逆转！哇哇！这个卫生纸，这个卫生纸，有哎有哎！为什么会有那个啊？北极熊，北极熊，那我拍香蕉变得粗了，香蕉不够荧光啊，香蕉不够荧光，那是荧光黄，对，要荧光黄亮黄，扫完卫生纸那么多啊，加油吧，这什么蓝啊？什么蓝？卫生纸挺耐酸，这个颜色，哇哇，这什么蓝？我说这颜色，水蓝色，水蓝色来找啊，靠腰。水蓝色，哈哈，不行，我在拍同一个了，就决定是你了，要出现快筛了，拍这个，不要再拿快筛了，好不好？快筛没有这么亮了，没那么蓝呢 ，no no 蓝，好 ，no 蓝，这一次谁拍的最好呢？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哎，我才25分，好逼真，对不起，这是11哦。哎，有没有野外露出？有确定啊？确定啊？没有啊。二是有，那也没上排名啊。OK。哎，总分71，太难，露出要屁的。有哦哇，哇，微生物哇，屁的，还有立牌。后面那个立牌没败哦，他有个包装纸太刚好了，偷偷自怒哎，偷偷误。最后一个了，加油！哎，我发现我的香水是水蓝色，加油加油！哇，没了，粉红色的鬼东西怎样呢？完了，没了。开始。要拿以前的情书呢？以前的情书。我觉得这个不够粉，不晓得。我是亮粉是不是？他的斑点很奇怪。这个来，哎，我的大头贴啊，粉红色用一下，可以啊，用啊。我的房间没有几个粉红色啦。时间到了，漏电，漏电，应该把我拿出来。我已经拍你了，你知道吗？我直接拍你那个角色，你拍的立牌。啊，你跟我拍的一样哦。漏电了，我拍的东西漏电了。漏电，我来不及，我来不及拍，可恶。你好色、喔，不相信这个不够粉红。何老师在嘞，来不及拍呀、啊！拜托拜托，有没有野外露出？先确定一下啊、喔。没有没有。哎、欸，你怎么才63分？啊啊！哎呦，哎呦，第五名而已。我才63分。是有机会，有机会，娃娃。啊，那全部一样颜色也可以哦、喔。啊，没。五月花，等一下，我跟你一模一样的牌子，但是为什么我的分数那么低？你们这些卫生纸，哎，我跟你一样的牌子，哎，是不是光线问题啊？可恶！谢谢你今天有用心，你又被加一分击败了，直接放在那个头像下面。发上诉，上诉，输了，没有了，没有了，五月上诉。上出最后一场了，你知道我桌上，我今天稍早前嘛，我有拍到一模一样的题目，让我拍我那个卫生纸，然后结果就没有过。对啊，那个色感改一改。再上出最后一场，再上出最后一场。可是我要先开盘哎，开盘开盘，先等下再开。我觉得天挑人很好哎，专业色彩界也没有那个颜色可以对比。对啊，
这样有画面吗？这样有画面吗？有，有了哈，有了有了。啊，所以嘞，你要玩哪一个？加码加哪一个？哎，问号专业色彩，问号不行，不要专业，不要专业，专业专业专业色彩专业啊！再一把是不是色彩猎人？专业知道彩猎人，普通的，好 OK OK， 普通的，好，最后一把，最后一把，最后一把。色彩猎人啊，色彩猎人还可以比对吗？对啊，可以比一下，那就看眼睛啦。就是它的中心会有。欢迎来到编辑部，今天也来追踪最新的天咖了吧？阴影的关系就会爆开了。我还用补光灯去补，还有补光灯。色彩猎人的 MVP 是不是卫生纸啊？是，卫生纸已经赢很多次了，还差一个。我觉得有一些应该是那个色彩亮度不够。出发前先检查一下照相机吧。为什么要一直检查卫生纸？启动智能手机的照相机吧。把我那个卫生纸从什么放旁边？启动智能手机的。你的卫生纸是黄色的。你干嘛啦？启动。卫生纸里面有三个颜色啊，小心一点。好。恶心。绿有，蓝有。准备好了吧？那就马上来练习摄影吧。那你有要你给我紫色的。这啥？天咖了。看这柠檬绿。哎，这我用。在周围寻找同一种颜色，然后拍下来看看吧。练习。把圆圈的中心练习，它没有排名，就只是拍好玩的，让你看看它分数大概多少。我家大有这个沙发也是，可以。是用智能手机操作哦。34分，你练习而已，还好。66分，感觉不错。那我们就出发吧。我拍桌子，我桌子只有。这是第一回合的摄影。十几分。因为桌子是黄色。快点出来！Midnight Blue 的 ，Midnight Blue 的。开始。Midnight Blue 的。我们有个上好的 Midnight Blue 的高拉力低摩擦。我不要这么。我尽力了。三二一，工伤了。时间到了。好深的，看我最好深哦，完了。拍这个的，这个我也。怎么样？你野外露出了吗？露了一根头发。那我要切掉吗？我要切掉吗？头发耶。切一下。没有，我切是不是？对。啊，没事没事，你没上，你没上，你没上。跟头发，我的妈！你桌子也太花了吧！整理一下好不好，傻啦？好，那整理一下桌子行不行？傻啦，太刻意了，傻啦！不是啊，怎么花花那个一点一点是什么东西？那粉是什么？傻啦，各位都拿那个化妆品，那是化妆粉是不是？我是那个没有乳那个手啊，擦手霜啊。玩的紫色，我没有这回东西啊。紫色时间跟刚刚一样，我没有这么亮的紫色。开始，这应该可以吧？我可能又要再碰，要再工伤一次。完蛋了，紫色。老师在喘是不是？来，老师怎么了？他最近去厕所，怎么喘？三，他可能去敲一下。不错，时间到了。来，有没有野外露出？先确认一下。好像开始习惯了。这一次谁拍的最好？有野外露出吗？前五名没看到他，就直接完蛋，没事啊。哇，40分而已哦。这颜色太少了啦。哎，64，这个紫有点特别的紫。完了，有没有抢前三？这为什么有语义也行？游戏人生，还有手套，为什么是蓝色？史林，这个太怪了吧？这颜色看定就很神奇，怎么会是蓝色？什么感觉看起来是蓝色？嗯，手套颜色也行耶，加油！最后一个，他这个判定真的蛮莫名其妙的。喜欢紫色都怪怪的，是什么？是最后是这个颜色，水蓝吗？海洋蓝。那么开始。有出绝招哎！有出绝招哎！拍这个。海洋蓝，哇塞！我先拍荧幕的颜色算不算作弊？不行啦，不能作弊啦，那是作弊啦。这样有什么意义？3 2 1，时间到了。不过
够蓝。哇，看不到，看不到，不够蓝。有露出吗？有露出吗？给我看看最后的相片吧。拍到啊！转圈圈，蓝都快进去。糊掉会不会？哇，不够蓝。玩这游戏好忙哦。零，没拍到啊！我玩一玩，我桌子变超乱的，我等下去整理一下我桌子，不然真的不舒服。我也是，我也是。我终于都拿出来了。什么笔呀、卫生纸啊，什么那个盖子啊？哎，三小皮弟，太扯了！好猛哦！好扯哦！真不错，直播下期拍出一位来啊！太厉害了！不要了，休息了啦。休息啦，休息啦，好啦，大家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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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玩，下次再玩 ，OK， 拜拜，好，菲菲的卫生纸，拜拜，下次我一定准备很多卫生纸，好啦，拜拜。